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你的蝴蝶》，表演者张鹤伦、郎鹤炎。哎呀，好开心啊。嗯啊，你们好。没跟你打招呼。来到了的剧场啊，小剧场，看到大伙的这么热情的掌声啊，对，心里边啊突然间啊热情澎湃的，哦，突然间感觉自己啊现在可很火。哎呀，看今天就接到多少看你来的，谢谢谢谢。好了，这是你花钱雇的吗？没有，五折啊。其实看到人家每个演员上台来，现在都有自己的粉丝啊，山呼海啸的啊，山呼海啸啊，喜欢你，当然很喜欢你的好嫂。嗯，行了行了，不要这么敷衍自己了，骗自己有意思吗？我都不信。郎爷平常演出的时候你们怎么不来啊？哦，我没来。哎呦，现在来说，其实我想让他火，想让他红，想让他更好，但是现在就不，偏偏事与愿违。有什么意思？赶巧你说现在来说吧，你看，于大爷今天都入驻抖音了。哎，对，多火爆啊！马上上了抖音热搜啊，嗯！你说对不对？嗯，火不火吧？火，跟人能比吗？比不了。孙悦孙老师，嗯，抖音了，火，火不火？火，跟人能比吗？比不了。哎，阎鹤祥，大脑袋，火不火？他嘴都比我歪。周九良，那比更比不了了，火不火？小先生火，不是这么学捧哏的，都火了，你怎么不火呀？嗨，我的搭档还没火呢，我这。你刚才说的哪个搭档不火？谁呀？你刚才说的哪个搭档不火？别着急，别着急。我不着急。老话怎么说呀？说什么？是不是？哎，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呐。他现在是又嫌我丑，又嫌我贫。你是丑贫丑贫的。你都丑哭了！告诉你啊，鹤伦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闭眼化龙。原来你是个王八。你这都挨着吗？那你看你刚才那动作，这岂是池中物？那重来，重来。他是个王八。哪句呀？哦，不是我这句啊，从我这重来。哦，我以为大伙儿没听清楚呢。鹤伦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啊！他是个王八。笑什么？这是大伙对你的认可啊！看着，也许啊，现在你们觉得啊，我只有这个，我除了才华什么都没有。哎，你还有糖尿病。韧带韧十字韧带撕裂，人家都知道吗？今天来的人都看我糖尿病来的呀，你能看见我哪儿糖尿病啊？这是你是泌尿科大夫啊？今天200多位都上这儿给他会诊来了，不是？没听说过啊？你们，我跟你说，不要看见，喂，你想说什么？这现在血糖有点高是吧？都已经糊嘴了是怎么着了？不是不是。快，那个九成把胰岛素拿过来。现在你们看到我，虽然是我丑陋的皮囊，嗯，但是怎么样？我会通过我的努力来证明我的优秀。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告诉你，记住了，有的优秀再怎么努力也是没有用的。你比如说那50块钱，再怎么努力也没100的招人稀罕。这你说的，就是50的再怎么努力，没有100的招人喜欢。那可不吗？我不信，那50岁的就是没有20岁的招人喜欢。你典型的羡慕嫉妒恨呢，这是。对，谁跟你说岁数了？你说的什么？我说是钱。钱，你就知道钱，肤浅，肤浅的样子，一天天钱钱钱钱，没钱就不要命了。那你不要钱吗？我要，但是你不也一样吗？我要钱，我你要钱都不要脸。但是我不是那么肤浅的人。如果你们花一个小时的时间，你们愿意去了解我的话，你们会发现浪费了一个小时。还浪费钱，我真想揍死你！我已经好几天没杀人了。因为我跟你说，自杀可不算的啊！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你全是给人气的。真的，这你们只是看我的外表吗？你现在都看不见了。
我这确实啊，因为他们今天来就是为了欣赏我的容颜和我的才华。你出门不照照镜子吗？家里是不是都没有镜子呀？你这什么模样了还容颜？我你整理整理你的仪容仪表好不好？我就问你啊，我丑吗？你把妈字去了。我丑吗？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这是个戏精啊，这是我接受不了，我不信我不信，知道吗？哦，我问电风扇我丑吗，他摇了一宿的头。他也不相信你敢这么问他。我也没见过一个人对着空气乐的。怎么了怎么了、这么着你啊，不要只看到这些所谓的丑陋的皮囊啊！今天我让你了解了解我。干嘛、我花十分钟的时间我请你了解了解。兄弟我就剩十分钟了，他们可能还有一个小时，我就剩十分钟了。你干什么？咱不要在乎这十分钟。我就在乎这十分钟。这十分钟你说的是什么呀？足球比赛加时啊。啊，你以为呢？我以为是篮球比赛呢。别来这套了。十分钟好，今天我就耽误你十分钟。你耽误我十分钟干嘛呀？耽误你十分钟好不好？十分钟记住了。今天啊，我就证明一下自己和我自己的优秀。我呢唱比较优秀。今天我就要问你，哎，唱歌吗？你喜欢歌吗？我喜欢歌啊，但歌不喜欢你。对。你要这么说，你连十分钟都没有了。怎么了？是哪个歌？歌曲不是歌中的。对了。对了，什么呀？这德云社我唱过多少年歌了？空口白牙没有用。空口白牙、现在流行什么歌？什么歌啊？什么歌？漠河舞厅听过吗？听过呀。听过吗？你唱。我从没。他从来没唱过这歌。我从来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也从没见有人在深夜放烟火。哎，这个演员你找一点麦克。我什么都没有说，夜风惊扰我。这个自我陶醉的感觉呀，哎，真好！你这唱这歌特别配合你的现在。怎么了？油腻之极呀！这油腻，你看到我了油腻？我看到了。你是不是有个 X 光的眼睛啊？又看到我内分泌了，又看我的油腻了？没有，我这是一个核磁共振的眼睛。家伙，你看这歌听过吗？听过呀。听过什么呀？你也就听过什么最美不过夕呀？他天天听这个，就后背的闻的那个腾格尔。你胡说。是草原，蓝蓝的天空，哎耶！你除了秃子像，咱什么都不像。草原，这是我的。收拾 ，Hello， 别乖。Hello， 还 Kitty 呢？行了，别那么吓人了。怎么了？腾格尔一唱就是一片草原，屠洪康一片战场，韩磊一唱就是盛世王朝，你一唱就是一顿胖揍。你一唱就是丑贫丑贫，哎什么歌听吗？年轻歌什么歌啊？穷叉叉，看日出，穷哈哈，唱日落，哈利波特骑着扫帚飞 ，Sorry Sorry， 而我的扫帚却只能清理垃圾堆。什么是快乐星球？穷哈哈，真无聊，真无聊。大家这有什么呀？这个我天天我儿子都唱这个。你儿子都唱这个？真的，你儿子唱这个不知道最后还有穷哈哈呢吧？谁也不知道不惜的唱，不惜的唱。来一个高难度的。高难度，深情点的。散落的月光穿过了云，躲进人群，铺成大海的鳞，海浪打湿裙底。哎，等会儿，不会就别瞎唱。怎么了？打湿裙底，海浪打湿白裙。哎呀，注意细节，就只能注意这种细节嘛。海浪打湿白裙，试图推你回去，往海的深处听，谁的爱名在指引，灵魂落入寂静，无人将你吵醒。
什么叫歌手？你说你希望海王仙家的气息踩着湿湿的沙粒，你说人的骨灰应该撒进海里。这歌又怎么了？你问我有没有人爱你，能不能够回去，世界能不能不再抛弃你。我都不稀得唱，你发什么呀？听我来不及，来不及，你微笑着哭泣。干什么？干什么？嫌你，嫌你，嫌你。怎么了？嫌你啊？唱我唱你唱啊？你唱你唱。行行，拿出你拿手的作品。什么作品？我自己出单曲了，知道吗？你出单曲什？小娟听了吗？哎呦我的天哪！小娟儿，对了，都七八年前的歌了，现在那门口卖烤白薯的都会唱。叫烤白薯的他也听过，这么有火广啊！哎呀，我的天啊！你可能没有十分钟都。什么叫没有十分钟啊？你就唱这歌，这还是单曲新出的，这不是欺骗我们吗？还钱。什么叫钱？什么叫钱？什么叫钱呀？你不是新的吗？新的，我不唱这个行不行？不唱这个，唱新出的那个。新出的哪个呀？对，新出了一个，最近特别火。我怎么不知道啊？啊，没听过吗？给个提示啊，一种动物，猪。你的鼻子有两个孔，感冒的时候还挖着鼻涕扭扭。咱别根据自己形象唱行吗？你一天老照镜子呀你？不是那个。哪个？会飞的。老愣，瓦蓝蓝的天上飞，老愣，那不是去年的歌吗？不是，比老愣小，比老愣小，没那么大。小愣，有小愣的词儿吗？小鹰啊，没有小鹰，还名人佐助呢。干嘛呀？要遁地啊，土行孙？我又特别遁地啊，我怕你找人参果去啊。不是那个，不是小鹰，比小鹰还小，雕。比雕没那么大，比雕小。秃鹫，再小点儿。海鸥，比海鸥小，比海鸥还小。再小，不是那种猛禽。乌鸦，不是，再小点儿。再小点儿，海鸥。再小点儿，鸽子。再小点儿，麻雀。再小点儿，苍蝇。过去了，过去了。过哪边去了？比苍蝇啊，比苍蝇再大点儿。比苍蝇再大点儿。对，绿豆蝇。那有给绿豆蝇写歌的吗？啊，瓦蓝蓝的天上飞绿豆蝇，那玩意好听吗？也挺好看的那玩意儿。不是，不是啊，不是，比绿豆蝇再大点儿，蜜蜂，再大点儿，大蜜蜂。要不你来吧，不是蜜蜂，马蜂，再大点儿，大马蜂。我生气了啊，比马蜂再大点儿。黄蜂，再大点，大黄蜂。Transformers, or I miss the eyes, all of us Transformers。变形金刚这也可以啊，你还会唱这个呢？我不会，我 emo 了，还 emo 了，这以前就是懒受想哭，到现在改成 emo 了，这有什么呀？这是你好好的，我们挺好的，跟着我的节奏是蝴蝶。哦，你干嘛还这么费劲呢？知道了，知道是。亲爱的，你翩翩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亲爱的，来跳个舞。你的十分钟快到了，快上了。快到了，快到了，不是蝴蝶吗？这歌哪个呀？两只蝴蝶，你唱的那是？对呀，是你的蝴蝶，我的蝴蝶，是你的蝴蝶，我的蝴蝶。不玩笑，不玩笑了，我知道。对对，知道。郎鹤炎的蝴蝶，我这一大嘴巴子给你抽碗架子里去，你知道吗？你拿我当电风扇可不行啊！是你的歌名是你的蝴蝶。嗨，这兜着圈子，歌名你的蝴蝶，对，没听过，没听过。你平常不上网吗？不是啊。没有电脑吗？没有。没有手机吗？没有。你说没有家呀？都没有。是不是孤儿？我们家都贫了啊。你来什么呀？你的蝴蝶，我唱的时候你把耳朵撩起来听着点。拿我当八戒了你？你就自己就唱啊。哎，带着伴奏的。还带伴奏？
这算来着了，有音响师了，哦，边唱边跳。怎么着？不光唱，你还自己跳了？对了，哎呦呵，这可不是蹦极，我跟你说。好家伙，哎，音响师 ，music， 这是你的蝴蝶呀？这不是岳云鹏的五环吗？这是。音响师，停一下，停一下，音响师，停一下。哈哈哈。哼。哎，我真的我特别喜欢音响师。是吗？就是放了有那么一奶奶的小失误啊，没有必要这样哈。他不一定喜欢你。来，来一个我那个音乐 ，music。翻过了一座山，一座山。越过了一道弯，还有弯。停一下，停一下。叶阳老师啊，好好的，好好的啊。今天是六队录像，知道吗？六队啊，不是那个乐队录像。乐队都在后边，哎，跟大屁股脸没关系啊！来，预备 ，music。花开山岗红艳艳，绿水青山不问是何年。离家的日子有你这件事都错了，刚起范儿，我好好，金江老师，我还是亏了，叶老师真的，我错了。行不行？你再这样，给我发一个我的音乐。我好像听见门吱呀一声，是不是音响老师走了？哎，好好好好的，哎，好好的，行不行？请我们的弦师款动丝弦，学徒我制的成程。灞桥挑袍啊！我生气了，我生气了啊！行，要是那个晚上请你喝酒。我是你的蝴蝶。不然你先等，叶阳老师，这回我喊停一下。你是抽风了是怎么了？我是还是刚才我跳呢？上台之前他弄我一措手不及。上台之前张小楠咬你了是怎么了？没，我打针了。不是你什么歌挺好的啊？你这乱七八糟的干嘛呢？搔首弄姿的这个？这是编排的舞蹈，刚编排好的。舞蹈？对，我没看出这是舞蹈啊！我看你这有点像搓澡。他不搅和乱不了啊！不用阴阳老师了，什么意思？我跟你说，看啊，我是你的蝴蝶，翩翩飞，它来到你身边。这家伙不顾一切啊！不顾一切，这是一切呀、啊！这不是切菜吗？这个不顾一切，风里来雨里去，风里来，这风都带着口气的，雨里去，寻你千百回啊！然后后边呢？寻你千百回，这什么意思吧？什么的呀？寻你千百回，啊，这有个明星吗？这是明星啊，千百回，寻你千百回，谐音梗是要扣钱的、啊，千百回、啊。后边呢？今生金。哦，戒指，哎，金生生，哦，生金生于是啊，与你啊，看长相随，就与你长相随。哦，哎呀，你这不是你的蝴蝶，我这是孙子找爷。很开心啊，再来一遍。我是你的蝴蝶，翩翩飞，来到你身边，不顾一切，风里来雨里去，寻你千百回。啊，好的。你怎么那么想拉爷的手啊？啊，爷不给你了。寻你千百回，今生今世与你长相随。哎呀，多好一舞蹈啊！是，音响老师，我早晚给他买个表，真的挺好的。嗯，气死我了啊！很开心啊，今天来说这个好日子。嗯啊，今天是12月30，今天十五号啊？对，12月15号，我就知道是12月15号。嗯，因为呢，明天是16号嘛。对，废话。所以呢，哈哈，那你数学比我好还。
就是这样开心，这样的一个欢乐的季节啊，迎来了我们六队的在这演出。对，今天呢还是优酷录像，是大伙可能不知道，所以说呢，我们知道，这跟没说一样。哎，但是就这么开心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有录像的话，我们的视频呢就会被更多人看到。对，所以说想也是想弄一个小的新的节目。是喽。对了，然后这个新的节目呢，也是慢慢的准备。挥挥炉，那巩固巩固，还不太成熟，都是这样的。跟那个演员们啊，我们这个也是在后台也聊了好多，说今天的观众啊异常的不热情，因为每个人都拿着相机，大伙儿都很期待，都拿着手机，能感觉到这个，因为像我们现在演出难就难在这儿了啊，很少有人观众再去鼓掌了，因为每个人都拿着相机，没有时间给你鼓掌。小心小心。小心手机掉地下。对，当有这个时候呢，都是那种看别人啊，你们有人拍啊，那我不拍，我拍他啊，你们鼓掌，我拍他，都是这种状态。是，所以反倒这种状态呢，是我们特别不想要的，因为我们要的是这个剧场的一个气氛，一个欢乐的感觉，再也没有。为什么现在好多人有的时候都不爱在舞台上，就是有些时候那种演了，因为感受不到五年前或者六年前的那种盛世状况，那种盛况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每个人都举着相机，因为那个时候大伙都是开心就乐，开心好就鼓掌，就是来听来看。对了，那个时候效果特别的好，完等到现在的效果就明显减到一半，然后大伙每个人都很失落，就开始自我怀疑，是不是我们的水平下降了，是不是我容颜已经苍老了。你把你们家那电风扇修好了。都会感到有这种顾虑，但是来说，为什么我们老说自己像我们就是年龄啊不再年轻啊，没有小鲜肉，不是小鲜肉等等了，但没有并没有自卑，我们只是把这个事儿说出来，知道吗？让我们在台上啊有一个立足之地，对，就证明我们越老越值钱，哎，就这么骗自己，造孽，烦死了。哎呀，特别开心！我们在台上老想有些新的东西，是，对，这个有时候太新了也不好，对，太新了自己啊都懵，我们都接受不了，对，接受不了的，真的。郎老师，今天给大伙表演一个吧，我别给大伙表演，唱一个吧，他们都要不一个，先不理他们，啊、哦，不理他们，人家来看你的，人家看上张鹤伦、郎脸，跟别，哎，咱们就这么骗自己。这么多年也习惯了。哎，就喜欢你们这种效果。十多年了，脸皮再不练厚点，我们还剩下什么？那我们岂不是一无所有？我们就是不顾一切。哎呀，你说对不对？对，郎老师给大伙来一个，来一个吧，我唱一个，唱一个，唱一个《木虎关》吧，好吧？好。高老爷来至在木虎关，偶遇娃娃将木盘送林内，本是那杨贤妹，娃娃你等做了押镖官，大战场见过了千千万，何况小小的木虎关，不叫你儿看儿要看了，不叫儿关儿要关，哗啦啦啦打、啊、开了咱们大家看。你看底盘低，他的气力就足，那就是过不去坎儿。这是一般人达不到的，是吧？真的，这是没脖子的好处。对，他这就省下了，你知道吧？哦，我这有一快速道。对了，我跟你说，就你这没有脖子，命运都无法扼住你的喉咙。为什么呀？因为我没有喉咙。这所以说了不得就在于这里。嗯，唱人有优点嘛，是的，声音广，气力足。哎、啊，我来一个，您来一个，我来一个啊。我来一个什么呢？我是你的蝴蝶。来什么？休息红。望白杨，望白杨，满腹凄凉，草木凋零，斜倚栏杆，泪
水珠儿轻，一阵清风过，落叶满中庭啊，思乡去，郎君一去老没有回城，在外漂流。好，一个小曲儿，就是在情歌你走过来呀，情歌你走过来，前门有人要从后门来，脚步你要轻啊轻地迈，哎哎，你哪里去饮酒啊，哪里去打牌，哪里贪恋人家的女红钗呀，倒叫小奴闷在心怀呀，哪里去饮酒啊，你哪里去打他又找爷来了哎呀，走走，哎，孙子带道，气死你！你天天就会占便宜了吗？现在谁会占便宜了？就这么两分钟的事儿。现在时间都控制到两分钟了吗？刚才不都演了八分了吗？好，演了八分钟了。哟，真的还剩两分钟了。嗯，还有什么想听的？三家店。三家店。还有三家店。将身儿来迟在大街口，尊一声列位的宾朋，听从头，一不是响啊，病则口，二不是待人啊，八成头杨林与我来怎啊斗，因此上发配到登州，舍不得太爷的恩情后，舍不得衙役们中班头，是难舍斋房四邻与我的好朋友，舍不得老娘啊拨了头，娘生儿恋心肉，儿行千里母担忧，儿想娘身难叩首，娘想儿来泪双流，眼见得红日坠落在西山口，叫一声姐差把点头。没有点能力能当队长吗？点出来咱就能唱，对不对？十二月探妹，正月里探妹儿啊，正啊月正，我领我的小妹妹去逛花灯啊，花灯姐姐高啊，妹儿啊，别删了你的腰，哎儿呀儿哟。三月里探妹儿啊，龙啊抬头，我领我的小妹妹去逛花楼，花楼姐姐高啊，嘿，又唱错了。我还纳闷，二有三月才抬头啊，啊，二月抬头。好了，唱一个月就得了，一样来两句尝尝。还有什么？二手玫瑰，小娟，小娟是吗？小娟穿着那个，你是不是想小娟了？小娟头一句怎么唱来着？哎呀，我的天儿啊，破鞋露脚尖儿。老师让我交学费啊，我说等两天儿，没钱我光脚丫儿啊，外边飘雪花儿，邻家小妹瞧见了是眼泪含眼圈儿啊，她是我的心肝儿，起名叫小娟儿，闭月羞花沉鱼落雁比我胖两圈儿，小娟儿啊小娟儿，你在哪边儿，咱家的酸菜已满缸眼儿，小娟儿啊小娟儿，你还记得吗，咱俩从小一起唱的那一段儿，哎呀我的天儿啊，说鞋露脚尖儿，
是谁留下这两句在我的耳边？多么完美的一个结束啊，多么深情的一个结束，你为什么不跟着我走？你没拽着爷爷。主持人推我干什么，裤子都推掉了。主持人一说赢回来都是推裤子是吧？哎，麻去。哎呦，这都是我当年的，这得有十年了，十年了，十年了，比你这十分钟还多。也可能十年就是有的哥们儿听他听听他家听他叮叮叮的下课铃声，送来十分钟，来吧来吧来吧，大伙儿都来轻松轻松。哎，你也有童年啊！你好你好，十分钟，我欢迎欢迎十分钟。你没听过？你有童年吗？哦，生下来就二十了。巨婴，太勾有勾庇护，来吧，都带着吧，好，安排，安排，哎，还想听什么？大伙儿，啊？什么？仙儿，唱过两回了，《二玫瑰》。嗯，啊，再唱人要版权了。对，我们现在很注重版权的，是歌曲都不能敢瞎唱。刚才有现在都要不然能自己出歌吗？被逼的呀，没招没招的，唱什么歌人都告你，也是维护版权，嗯，维护自己的版权。对，所以说，但是我们在台上都是学人唱，为什么好多歌我们看不就唱一点啊？嗯、唱一点的话他不告你，对你唱多了他真找你啊！你别一下你也十分钟那受不了。哎，很快乐就这样，这样吧，大伙儿都叫上来好不好？见你们，来。这不这后台孩子什么毛病呢？上台还磕一个，什么玩意儿？这太过分了！谁组织的呀？怎么还带走一个？一个没留下，走一个。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似。六队是要造反吗？憔悴斯人不堪怜，邀酒摧肠三杯醉，寻香借茅借寒。我这行了，我错了，预备停，啊停，哎，能留住多少是多少。好嘞，旁边那小白灯，好吧，推我，就我想留下，他们推我，就他，你推别人吧。真的，真的，我就感觉刚才你们走来走去，像马桶一样，哗，这个抽走了，还是那种虹吸似的。来来来，兄弟们，来酒江，来酒江，酒江。我说哥，你这话刚才你说我们像马桶，这有点过分了。是过分，这是过分的吗？这是过分了。马桶可不就过分的吗？哎，这个简单的啊，大家一块儿都来了啊，这个来，这个我们派那个九男来，这个大伙儿演一个。啊，演一个啊，两分钟一礼啊，好嘞。时间长了，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受我心酸。怎么不唱？没是这样的，没好好的，好好的，唱一个啊。我俩太不公平，爱和恨全由你操纵。可今天我已离不开你，不管你爱不爱。哇！哎，来那那边那个能唱能唱的九海，九海，我来吧，来大海，来来来来来来，好多观众想看你。看九海，我天！这唱一什么呀，哥？随便来啊，来唱一什么呀？你想听什么呀？这。啊，咱这唱一简单的吧。哟，什么事儿这是？你们俩这干嘛呢？你们俩啊，唱一什么吧？唱一那什么吧？唱一那个，直到世界的尽头吧。简单唱两句。哎，好。啊，你们帮我看看，那不爱看我看不看啊？谁看一看我？我唱歌呢。你完了，你完了，你死了。我今天就是纯死路。行行行行行行行，没事，不用唱了，去吧。别别。
我还得给你弄发型，你忘了？对，少来这套。对，那好，你都忘了。怎么还有一撮绿毛啊？啊，对啊，哪儿绿的呀？但你说你们俩不是一块儿吗？他是。简单唱唱，你才绿毛龟的。行了，你们俩都别搞笑了啊！我接着唱两句。简单唱两句啊。世界が終わるまでは離れることもな、そうでかでいいか、幾千度夜度戻らない時だけが、なぜか輝いては安れ気が心までも壊ず、儚き思い、このチャリリーナ。谢谢。我听懂一个，当中有一句什么抠袜子，什么抠袜子，串脚气啊，还来这个九成呢，来九成。来，没想到今天还要钱。哎，成哥少喝点。九成，你先提一杯。闭嘴吧。哎，你。好嘞，好嘞，大爷，好嘞，大爷。你这是回我呢，你这是。让闹玩啊！你别当真啊！别当真。我来干嘛来着？啊？我来干嘛来着？你让你擦擦话筒。哦。好了。这撤了吧。哎，不能偷我们东西啊！真是的。哎呀，还在偷东西的。哎。我是来，我也唱一个吧。唱一个，行。唱一个那个什么，你唱就知道。先练舌头，那个什么啊？那个。报花名吧。报花名。我也不是，反正这有点长啊，各位忍耐一下啊。放心，我们闭嘴。春季里，春季里风吹，万物生，花红叶绿，草青青，桃花艳，梨花浓，杏花茂盛，扑人面的杨花飞满城。好，谢谢。没唱完呢，怎么回事啊？今天成歌可不到十分钟啊。今天谈久了啊，没到二十分钟就多了。嗯，哎，这我来啊，还有谁？九重来，九重来一个，喊你了。我大伙爆料一下啊，九重就是刚才的音响老师。就是你。嗯，就八条小黄还挺有包袱的，这好。说实话挺好。啊，简单唱两句吧。啊。叹君王万种的凄凉，千般的寂寞，一心似碎，两泪双，穷咚的个隆的咚，愁默默，残月小休，初凌掠，一迢迢涉水登山，哪管就。都不唱完，都戛然而止。哪管惊？对对，好容易盼到了星宫，歇歇倦体，偏遇着冷雨凄风，烛残青灯噔噔噔的噔。九重能唱这个我挺惊讶的，这个德云社会这个就不多，是因为这个太偏门了、因为我都我师父唱的，我们跟着学的，因为能学到这个的好像很少，这是东北大鼓剑阁文铃，要不然人家当音响老师呢。还了不得啊，这么着我来一个差不多了吧，哈哈，时间紧任务重了，我来一个那个，我也来个剑阁文铃。好，他这个给我勾起来了，我也喜欢唱那个剑阁文铃。老病啊，这样再不能
我唱的是京韵大鼓这个剑阁闻铃，不是东北大鼓啊，京韵大鼓的结尾段。再不能太夜吃关联兵地，再不能沉香亭扑掉清平，再不能弯月楼头同弯月，再不能长生殿里住长生。我二人谢恩私语到青农处，你还说恩爱的夫妻事事成，到如今言犹在，二人何处？几痛思量几痛情，窗而外铃声而遍地，那雨声更紧，窗而内情愁而万扎，那玉踏如冰，柔肠儿九转波节，波节欲断，泪珠儿千行万点，万点通红，这君王一夜无眠，悲哀到笑，梦听得内唤起奏，请假登城儿里根儿能。因为好久啊没唱这个了，因为这个这是当年也是十多年前唱的京韵大鼓，特别喜欢。这么大伙儿给咱一块来一个，好不好？好。啊，来一个，这回咱来一个别的吧。啊。啊。太平年，太平年，大实话。说天亲。嘿嘿。嘿嘿，我都想下去了。别闹别闹别闹，大实话是我师傅代表作，咱得给人留着一口。好了好了，咱一块儿来个来个新的，好不好？好，好，来什么？多新的都行。多新的。听见你说，嘿，朝阳起又落，嘿嘿，晴雨难测，嘿，都是找不到，嘿，我已习惯是突然间的自我，挥挥洒洒。将自然感动动当当当当当，那就不要留，时光一去不再留，你远眺的天空画更多的彩虹，我会紧紧的将你好心放在心中，在寒冬的时候再怀念你温柔，把开怀再次声明啊，我们就是学唱。没唱完，没唱完。哎呀，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什么？对歌吧，好吧，六六对歌。噔个噔个噔个哩个噔个的哩个噔啊，个噔个哩个哩呀。天桥没有桥啊，怎么样？西山人大地哦，酒楼茶园的原本在平地，咯噔咯哩咯哩呀。你刚下了台呀，下去不？我又登上去，来了您。颠来倒去，倒去颠来，后台是通车的，咯噔咯哩咯哩呀。您要是听相声怎么样？德云数第一，没错，魑魅魍魉妖魔鬼怪都在六队里，咯噔咯哩咯哩呀。您摸着台上瞧啊，乐乐没一个能看的，不能，也就是我这个队长很神奇，二郎眼里根儿里，刚才是玩笑的，是了，别往心里去。祝福大家身体安康，生活甜蜜蜜，爱万事如意。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捉放曹》，表演者张鹤伦、郎鹤炎。谢谢大伙儿啊，看大伙儿那个用超长的忍耐力啊，欣赏了一个精神病的表演。其实这个大伙儿都知道，这绕口令，对，绕口令啊，张九南啊，是吧？您俩这是说相声的，那姓张的全这口音啊。刚才我这是正经的普通话，
您那是正经普通话，对，他那是丰台口音啊，对，没听说过丰台是丰，他是丰台的，他是丰台的啊。说这话来说，人家刚才在台上也展现的淋漓尽致啊，基本功，自己的家庭情况啊表现的，哇，呼之欲出啊。主要就是汇报一下哈。对了，今天我感觉他不是来演出的，他是跑这儿来征婚的。介绍了一下自己的单身情况。来说也是吧，他有那个破烂事嘛，咱就甭提了。现在，哎，现在马上快，不是，人家马上结束了。这两天啊，正在等待着那个好消息。是结束还是结束啊？结束了。哦，结束了，马上要恢复那个正常的生活了。单身狗了。对。对了，来说也是祝福他吧。单身狗来说，这是现在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个好词儿。是啊。对了，每个人都有一个对过去来说不想谈的过去。啊，他也是一谈回去啊，在后台老开心，老那个老什么，老不开心了。哦，有一部分在台上你还没看出来他开心不开心吗？嗯，是不是？他就是因为是现在就像脱了缰的野狗啊！家伙，真是得亏九成老拽着，真是一般人拦不住他。嗯，没几个人拦得住张九南。是，对他妈当时都没拦住他，因为他是剖腹产提前出来的嘛。剖腹产还提前出来的，就那样。哦，九南来说，现在在后台有自己的风格，对不对？有人觉得在后台有风格管什么用啊？在后台有风格，在台上跟疯狗一样。前台也有自己的风格呀。啊，前台啊，就他这样，前台这公司好得了吗？这个不是那个前台。那您要说什么呀，老师？台上。哦，台上。台上。对，英文是。那台呢？台我不会。up up 吧，对， up up 哈。那，在台上来说展现自己的风格，我觉得挺好的。嗯，证明啊已经走出了自己的阴霾。对，哎，真是那样的。有人有朋友啊不了解张九南，认为他是渣男，不是那样的。那你们只是你们以为的那样。渣狗也不是。渣狗，渣狗好，全是渣儿啊，这是渣狗。哎呀，这听着其实挺惨的。嗯，也不是那样的，人家呀，就渣男渣狗上了。不是，人挺好的，真的。我其实，我都差点。你别着急，我都差点变成渣男，但是，就是因为，我善良、单纯、专一、聪明、诚实，这些缺点害了我。你们别迂，是不相信吗？我在台上表现的有一点油腻吗？有，那个点儿有点大。我一个很单纯懵懂的小男孩。谁说的油腻大叔？声音这么小你都听见了啊？这个词很扎心的。扎心你指这儿啊？很扎心的，很扎心的。心不在这边吗？我心跑偏了，行不行？小鹿乱撞，我撞过来的。好家伙，我跟他们不一样，真的啊。我跟那帮人像有些人不一样，什么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不是那人。哦，真的有人会是那样，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为什么呀？可能是饭量大啊，贪吃啊。我跟你讲一道理。什么道理？我给我儿子买了一个500块钱的玩具。哦，我儿子还去抢那小朋友50块钱的玩具。为什么你知道吗？不知道。他说因为那个我没玩过。哦，是图个新鲜。对啊，所以说呢，有些事他就事出必有因。哦哦，事出反常必有妖。哦，都在理儿的。妖是个什么东西？我这人太胖，别提这个。我，你说这个我就赶紧想哪个妖啊。妖姬？没有打牌的事儿。没想到是这个妖，我能这么直击你的心灵吗？他说的事出必有妖。你有事吗？你就出啊。我没有事儿啊。没有事你就别往自己个身上扯呀。事出反常必有妖，你这一个煤气罐成精，你告诉我妖在哪儿？就是我说我没有妖，你说哪个妖什么妖啊？别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我没揽呢，对不对？你就比方渣男那词你配吗？我不配。还是的，资质你得，模样你得有，这个锡纸烫你最起码得有吧。
哦，这是代表啊，我把这头套给你。不要，我这个挺合适的，这个习惯这造型了。哎，对，现在来说啊，每个演员能让大伙认可，嗯，是因为什么呀？什么呀？自己的性格。哦，在台上那种霸气侧漏的感觉。他还得侧漏。哎，外露，外露，行行，霸气外露的状态。哦，或者是啊，在台上来说，哎，有一个温文尔雅的状态，学富五车的状态，这都是夸别人的是吧？你对我怎么理解的？你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呀，虽然没有学富五车啊，咱也不在台上张牙舞爪。你学过修车？没有，只有钣金喷漆都没有。钣金不是烤着吃的吗？你的专业你怎么不会呀、啊、钣金干嘛还喷漆？钣金刷酱啊，怎么了老师啊？我好想九南啊。要不你是不是跟高九成合作时间有点长了？没有，我们也一般不老见面的。我说哪个钣金喷漆？钣金，你看这不还是刷酱的吗？你干过修车吗？我没干过修车。没干过修车，你跟我聊聊。钣金喷漆也不是这么喷漆。拉倒，你都没有车高。哎呦，我这我没有哪个车高啊？你有车？你门口那车你有它高吗？我怎么没有啊？门口张小楠的车，你都没有它高。那有什么用啊？那不是还是人开的吗？你就甭提这个，咱不聊机械的问题，不聊汽修，聊一聊没关系。咱俩聊那些，聊火花塞、充气室怎么燃烧，啊，曲柄连杆怎么活动。咱可以了解了解，是油路的问题，是电路的问题。对，你是不是在新东方待过？人说新能源，你提新东方干什么呀？你大点声啊！那刚才后边喊渣男，你怎么听见的呀？他渣男这两个字不啊很清晰。他这新能源是干什么的？新能源是烧烤。我不会开车。我没有炸驾照啊！你没有炸驾照，你炸点酱好不好啊？我没有驾照，我也不喜欢开车。啊、行，不说开车。干什么呀？干什么呀？以前都叫我秋名山车臣。车，别提这俩，这俩字太吓人了。我的个天哪！不要提这俩字。秋名山车臣。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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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听你的。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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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成这个样子，哇，真是没有见过世面呀。这俩字真不能说。是吧？我就嘴瓢了行不行？哎，可以，挺好的。真是的，我呀这方面不是专业。那您哪方面好？我是相声工作者呀，你问我点这些方面啊。我们都说相声演员，谁说相声工作者呀？我还有别的身份。啊，您还有什么身份？光你狼人杀来了，你看看，光让说相声吗？那你干嘛？丢人呐！哦，你还会丢人？你看看现在这些大咖们，哪个还在这小剧场？啊，丢人呐！我今天干嘛来了？那谁知道？丢人来了，我就多余来，哦，知道吗？现在回去还来得及，还来个屁，人都丢没了。哦，今天我这是一个腾云驾屁的演员，我今天就要把我的面子挽回来。哦，没，谁说没戏啊？有戏。有什么戏？有戏。啊，您。怎么挽回来？我跟你讲的就是“艺多不压身”这话听过吧？你给我回来！来，跟后台说着呢，多了一小偷，这是。今儿局面还控制不住了是吗？好家伙，我的瞬时间拿走，果然艺多不压身。这都是以前我们生活的手段。回家，这现在是确凿的证据，这是。沾不了过去啊，这不对。我跟你讲啊，就是你看看一个演员，如果你只会说相声，你早晚得饿死。哦，现在来什么市场了？什么？对不对？百花齐放啊！家伙，他这一话跟花圈似的。我师傅他们哪有花圈的事、啊？你看这又来一个，大哥才回来，你干哈去了？哎，人现在都没搭理你，你看。
你能不能别窃窃私语的，我这说相声呢。你特别喜欢这个是吗？让你儿子给你买一个。没玩过。不好笑啊，不好笑。我怎么能乐呢？这，哎呀，你别乐了，你给我买。不敢。咱没有必要这样。嗯，讲的是什么呀？你看我师傅他们现在演话剧，窝头会馆。我师傅京剧。嗯，对。评书是多门发展。对对对，对不对？现在我来说啊，你怎么样？正在研究另一门艺术。嗯，什么艺术？国粹。国粹。国粹。哪方面国粹呀？哎呀，这个小同学，哎呀，好好说话。就是京剧。哦，戏曲当中的国粹。对了，京剧。现在我在拾起来。什么意思？拾起来。您以前会啊？当年知道大伙有叫那个德云传习社吗？知道啊。我们那社里可出来不少的人啊。对呀、啊。九良。啊。九龙。是。小婷。对对对。小贝。啊。小楼。是。是不是？贺春。嗯。九春。啊，都是这一帮人。您也从那儿出来的？我。对了。哦，他就我们天天练功。哦，还拉一半山吧。有这个云手，对不对？嗯，有这个。那有啊，双飞燕。这炫真炫。哎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我们这儿不需要前台的。哇，刚才好抻啊，好抻啊，抻不是应该是右腿那韧带吗？哪个韧带呀？提什么裤子呀？你这，我差点把裤子甩到这儿，你知道吗？好家伙，那真的点儿啊！当年练过哦，什么叫翻跟头啊？你要不要先提提裤子？改天。改天，那我们也不看着。今天咱们的能耐不能一下放光喽、嗯。真是太血腥了。真啊，没有必要。我确实在台上来一个跟头、两跟头的不叫事儿。啊。不是，那你除了不想来这个，你择日不如撞日，你今儿想来什么呀？今儿我就怕撞这儿，你知道吗？咱就没有必要，就没有必要全都展示啊。不是没有驾照吗？身上是一方面啊。哪天啊，哪天感兴趣的，大伙儿我直接从这块儿。到时候你们把这儿给我腾一地儿，我就一个翻儿直接下去。你一个翻儿啊？对，你一个翻儿只能让家里扛着。什么哪个翻儿啊？不是一翻儿家里出殡去，然后给你。你是不是等着打翻儿呢？我不等，你儿子给你打去。哎呀，你还给我买玩具去？我跟你说，我给你买玩具，你那个没玩过。你去死吧，行不行？就是翻跟头哦，翻跟头，这都我们基本的穿毛，知道吗？穿毛，啊、哦，专业词儿，是是是，专业词儿，抢呗，对，哟，嗯，别臭弟弟，谁是你臭弟弟？还真知道这东西、啊，当然我也知道了，对不对？我们这学这个京剧，我也喜欢这个，正官嘛，哟，行啊，哎，臭弟弟，他离不开这词儿，对。哎呀，吕然，然口那叫胡子，行啊，嗯，臭弟弟，哎，这个端带，哟，啊，行啊，臭弟弟，瞧这，这我还真不知道，这也不知道了吧？啊，告诉你记住了，嗯。裤子掉了，提着。那你还这啊？这是拉链，这是拉链。对，行啊，臭弟弟。你这拉链也忒长了，长。嗯，好像您这拉链跟系领带似的。不是，我这比划嘛，京剧讲究夸张啊，京剧跟相声有区别、啊。手眼身法步夸张点，这门对不对？你看京剧的笑，缓缓气，缓气，对不对？
你正常人有这么笑吗？台上演员有这么笑的吗？没有这么笑，对不对？是，都夸张啊，哭，轻一，对不对？还真好，都没有这吧？咯搂一下，哎，都讲究这个夸张，哦，向前，叫这么欲前先后，哦，欲扬先抑。哦, 哦, 哦，有这个，这小子，哎呀，臭弟弟，你知道这太少了。别老臭弟弟不臭弟弟，有机会干嘛呀？有机会，这些专业的动作、语气、唱腔，我都跟你说说。哎，好啊，唱腔你给我说说。我给你归着归着。别有机会、啊，到时候麒麟剧社啊，知道吗？你上那儿去搬桌子。对，我捡场去了，干嘛呀？麒麟剧社，我那说了算啊。你说了算、啊。对，刚子他们都听我的。叫谁呢？这是啊，这是那小剧场经理，不是你们想的那个，干嘛呀？不是，那有郭老师啊。是我于不仁不义啊。郭老师啊，麒麟剧社啊。你叫郭老师啊？谁叫郭老师啊？对不对？我们到那儿我们学去呀。我也跟那儿，我都多熟了。你也跟那儿熟了？我新鲜，我师傅开的，我倒不熟。是，咱在这儿咱唱一回呗。在这儿唱。在这儿你给我归着归着唱腔。你有吗？这身上你能蹦起来吗？刚才你能蹦起来吗？我怎么蹦不起来呀？你来，我看看。怎么不是这非得蹦起来是？来来来来，蹦起来啊！啊，还来来空翻空翻，哥们空翻耍猴来了，空翻空翻啊！不用空翻，身上在台上都有这个啊。不用，咱在这儿咱唱一。僵尸那看过吗？往后一躺，对吧？哎，你扶着我点。我扶不了。你把手别揣上，你这样容易死这、哦。一二哎，这不是表示对您的尊重吗？我以为你这是千年杀呢。哪千年杀呀？我没那么低啊。吓我一跳。事儿去了。哎，我那意思，我那意思，您先听我的啊，拦您一下，咱在这儿唱一回，在这儿唱好不好、啊？你要不怕丢人，我也不怕现眼。我不怕丢人，刚才也抽谁来着？这是。来啊，只要你舍得死，我就舍得埋。早晚他得打分，对不起。那咱在这儿唱一回，来一回，好吧？你挑戏，不是我挑戏了，敢？对，你挑戏。那我挑戏，那我就咱就唱一《捉放曹》，捉放曹，好不好啊？嗯，不好。嗯，为什么呢？这个是大戏，哎，对，很多的现在零零后的小孩都不知道。是是是，是不是？今天来的有零零后吧？没、哎，都不知道。真是不好意思，不是，知道的不是零零后，还有吗？你看明显少了吧，我一句就给他们炸出来。你连绑架您这是。我还零零后呢、啊、跟谁俩跟谁俩的呀。哎呀，不着急不着急，二十分钟之后拿家玩去好吗？这怎么都穷成这样了？这个脾气在这儿呢啊，完全没杀人了。是，这是三国的戏。对，三国的戏太大，咱不能唱全了。怎么办？咱们掐去两头，不唱当家。嘿，那就别唱了，太好了。就唱当家。唱哪儿？唱公堂这么一折。公堂，好吧。公堂哪儿？公堂哪儿？就做工在堂上，就那块儿。对，行行行行行，咱们分配一下角色。不用分，嗯，都给你。你这大伙儿都笑话，俩人唱戏都给我，那你干嘛呀？你哪儿唱错了，抽你啊啊！不是，你能不能先别动这玩意儿？不是，你哪唱错我抽你啊？对吧？唱我给你归着戏，你唱的不对，你让人笑话，对不对？是不是？他二婶。谁二婶儿啊？你归着戏，你也不能现场抽人呢，你得交给我们。我们当时都打出来的，你的胳膊直不直？抬起来，嗯，往下点儿，是是是，压腿直不直？不直，老师过去咔的。那这辈子这腿也直不了了，这个怎么折的呀？不是跟狗踢球时候折的吗？你他那个是没全折，那折不折的，您我跟您学，咱一块儿唱。错了的话，我可真说你啊！您随便说，行不行？好吧，那就行了。哎，这么着，但那咱俩还分配一下子，我觉得啊，我，你来谁？我让你先挑，妇女和孩子先挑。你瞧，压根儿他也看不清楚我。我呀，我这儿的，我来陈巩。好、哦，他来陈公公。对，哈哈，谁来陈公公？老夫人起驾。臭崽子，你看我们俩谁像公公？你看看，学你。陈公不是公公，是那县令。陈公，中牟县令。陈公公，对不？没有公公，陈公。陈公公，还怎么着啊？张公公，那意思啊？你宝贝在那儿。咱这出不是紫禁城啊，没有这个，好吧？听您的。然后您哪个唱的好？我来。对，花脸。呵，你瞧，大花脸。没有想到啊。
大花脸、哎、得嘞，那您就来曹操吧，曹操好不好啊？好，主角干什么呢呀？对，曹操吗？啊，对不对？先帝创业未半，耳中道花光预算。曹操，你背什么《出师表》啊？合着曹操给刘备打旗儿去了？不是曹操，曹操，你顶多煮酒论英雄的。我告诉你，对对，他煮酒论英雄的时候，嗯，对，有这段，有这段，有哪一段啊？我只告诉我，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我刚才说的是谁？刚才说的诸葛亮啊。对了。诸葛亮不也三国当中主要人物吗？那三国人物多了，这戏里边没有诸葛亮，这戏还没到他呢，没到他呢。对，没到呢。行行行，等下回唱黄鹤楼的时候我再来这哈。哎，对对对，下回的时候再分配。对，这都有段的。啊、行行行，没关系啊。您来这曹操，曹操，曹操，这夜观天象，这还是诸葛亮。等下回空城计的时候您再唱这个。哦，宁可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服我，真不容易。这就是曹操的，好好好，秋水长天一色，孤傲什么齐飞，哇！我刚才干了什么？好丢人啊！这曹操还不老孟德的，你看。行行行，是不是 您来曹操？是有这词儿吧？有没有？啊，有有。他那个全句我忘了。哦，对不对？在船上吟一首诗啊，吟诗答对的吗？是是是。做完诗之后，有人不同意了，直接弄下船，啊、弄死。有这个，这环节我看过。好好好，您来曹操。对、啊，您不是能唱花脸吗？啊，后边还一小花脸。谁、啊？王顺，您赶俩角儿。哟，啊，王顺俩角儿。我们那儿都两份钱。不是，这都好说。这都好说，好吧？你就这个嘴脸，你看这，啊，真的，我们平常要单点这戏，都单独，我们一人都挣好几百。行了行了，就您刚才那嘴脸，跟那机器猫里的康夫似的。你才大熊呢，我不是大熊，你像胖虎，胖虎还可以啊，可以了。人家胖虎没化疗，谁胖虎化不化疗去了？秃子来，人物分配完了，行是吧？您受累跟我搭搭桌子。什么？您受累跟我搭搭桌子？我跟你搭桌子。您受累，你有病啊？你是疯了吗？怎么我啊，我唱戏唱了多少年了？我这不说您受累，我学这学多少年了？我知道您在麒麟剧社吗？啊，现在让我跟你搭桌子，一点这队长就能超时是吗？这赶紧的，翻场了都，队长就不扣钱了啊？我这还着急回家呢。你回家干嘛？你家里有人呢？你家里。设计的环节，是谁？我站就喊设计的，挺巧妙的。打死你们！哎，好了，桌子搬来了，椅子都给你备好了。很快的进入角色呀，马上到包袱口了，给下去了。对了，咱们从来不失，这个队长的风度。对对对，气死我！这样的风度需要来裤子来提携一下。啊，桌子也有了，凳子也有了，现在可以开唱了。那我们问问，问什么呀？为什么要搬桌子呢？区分出前后台来呀、啊。为什么要有凳子呢？凳子这就好比是这个陈贡县令的那把太师椅。行，好吧，这么一说呀，大伙儿也就明白了，您就了然了，我也没有废话啊，对，好吧，那么咱们现在可以开唱，接下来开唱了，开唱吧，好，有请乐队老师，别请乐队了，待会儿那俩又上来了，都几点了，要什么乐队呀？好，我拿嘴打家伙，对，拿嘴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哎，千万别吹响了，吹响了，九男就窜出来了，那我得试试了。你看他还颠着过来的，还真管用啊！哎，行行行，行了，没有乐队，咱拿嘴打家伙，请，请您请，请，好家伙，这规矩。站哪？您站后边，在这，我上场，您打家伙，行，打家伙知道吧？错不了，就直接说小罗了啊！趁小罗。我说直接说小罗就直接说小罗啊，你不让我说小罗吗？哪儿呢？那说什么老罗
老罗 ，C 罗 ，C 罗，齐达内，是。那齐达内呢？齐达内就得撞你了，齐达内，齐达内，原来这个罗纳尔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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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罗，小罗，你管着小罗是什么吗？啊，梅西，梅西，梅西已经梅西了啊，梅西，梅西，因为我喜欢篮球。说了半天你喜欢篮球啊？对，篮球后仰。好家伙，带着一后仰直接接一仰不饺子。下回出来笑了，再笑歇死他们啊！刚才我一个后仰，确实已经到这个角度了。是啊，真的，你马上就拍地上了啊！不要后仰了，也不要篮球了。好，小罗就是搭得，搭得。你说搭得，我是明白。今天有新来的观众啊，新来的观众也不知道小罗要后仰吗？都知道搭得吗？你看，都说知道。搭得就是打家伙的意思。对对对，跟你们介绍两下，来 ，action。好，他还得保一点。大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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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军县令大爹于立民大爹判断冤情大大大大大这椅子太靠后了我这得没了我还有一个得呢，你写出来。头戴乌纱，双翅飘，得呀，得。黎民百姓乐逍遥，得。你把这放下去。虽然七品烂官桥，大爹一片丹心饱含呐朝，大大大大大大爹，下官大爹姓陈，大爹名公，大爹字公泰，大爹。好，您这业余木匠怎么了？就这一句啊！哎呦，你这是我跟你说，要不是六零后，听不懂你这路词儿。您别老搭得，怎么意思？我一坐下就别搭得了。你看，你聊就完了呗。嗯，行行行，对，怎么还搭得呀？这不站着呢吗？他闹和气。搭得。昨日奉东老太师之命，命我等捉拿刺客曹操。我也曾命王顺等四处寻找，天到这般时候未见究竟。左右。左右，左右，叫你呢，你们声太大了，要不你们来，你离我这么近，你怪他们似的。我光听他们在聊天了。左右，有戏，没有戏，没有戏，没戏。左右，没戏，伺候了。不是搭得，这是王顺该出来了。王顺该出来了。对呀、啊。哦哦哦，再来，左右。搭得。啊，哟，伺候了。啊哈。太太领进台。Good morning。Hey bro, what's up? What are you doing? I'm waiting for 王顺。啊。You know, I'm Halele.韩磊磊是谁？你不是韩磊磊吗？上个初一的还上盗版的，还韩磊磊。俺不离磊，俺不离磊行不行？你不要离磊了，我都累了。啊好好好，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知，老词儿啊，就是老词儿嘛。我以为今天观众来这么些了，给您唱点新词儿。那你也别唱韩梅梅呀、啊，您这十年前的词儿了。再来吧，行行行，听您的。伺候了，啊哈，抬抬定抬，捉拿曹操是
饼子太爷吃。哎，饼子干嘛呀？饼报，饼报太爷吃。大大大大大，嘿，驴皮影儿还得说话呀？什么词？参见太爷。罢了。谁见谁呀？你见我。参见太爷。罢了，罢了就罢了。怎么样？他跑这开挂来了，还得说呀？什么？恭喜太爷，贺喜太爷。恭喜太爷，贺喜太爷。我本县系从何来？离婚证下来了。对对对。送错了，送错了，都是丰台的，不是我们家。哎呦，真是的，我这哪知道送错了？哪的事儿？得给你五块，去送他们家去。哎，好嘞。小人将刺客曹操拿到。哎呦，老词儿，我先来点新词儿。你哎呦什么？我提你裤子了。我这提下裤子，哎呦。陈贤戏从何来？小人将刺客曹操拿到。丢火为证。丢这儿。成上我看的。你可瞧瞧。呜呼呀。哇哇哇。终于下来了。点点之泪洒下。不是这段啊。还演吗？回去，哪儿都有他。侠局领赏。哎，好嘞，下去领赏喽。酒坛，酒坛，这给你。将刺客曹押上堂来。将刺客曹押上堂。谁？曹操。曹操没来。啊？捉放曹，曹操没来。曹操给人盖戳呢。怎么这么忙啊？啊啊！您呐，您赶曹操，您来曹操这局啊，分包赶角啊。王顺下去，该您了。终于到我，对呀，终于等到我来了是吧？该您了，曹操了。哎，将刺客曹押上堂来。啊哈！回去。刚才王顺是小花脸，现在曹操大花脸。大花脸，将刺客曹押上堂来。大哈！这演员真聪明啊！大花脸就大哈呀。对。啊，不对，您得瓮声瓮气的。来。咦，得这样，来，行了，哎，哦，等会儿我瞧瞧啊，等会儿，准备好了吗？什么时候？好，你放心，那个，后边还有四句唱呢，还有四个唱，对呀、啊，什么词儿啊？你没跟我说词儿啊？这不是你不会吗？我问问你，跟我那词儿一不一样吗？一样，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祸。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祸。有谁知中牟县自入网罗？中牟县自入网罗。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淹过。第一句再说一遍。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祸。第一，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祸。对，有谁知中牟县自入网罗？啊，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淹过。啊，看陈宫他把我怎样发落。放心吧，啊，没有错不了的事儿，对吗？你这没对过，你这。将刺客曹押上堂来。那也大人，康斯雷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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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雷狂，一切雷狂。出了龙潭入虎穴，躲了灾难来避祸，谁知中牟县自入了网络，怒冲冲我滴水也来过。你莫走，我不走。渡过江，拉过沟。你莫走，我不走。我弄死你啊！我，你这是曹操吗？这个，你好棒啊！你怎么什么都会呀、啊？我再会也没你会的多呀。真棒、啊！您得唱京剧呀、啊，京剧，对呀、啊，京剧什么味儿啊？京剧吃龙门虎穴，那你唱就完了呗。不是，这曹操您的词儿，是我的词儿。你看上台来，今天啊，我好不容易来一回，人观众都瞧我的。你到这台上训我多少回了？不是这儿错，就那儿错了，他们还给我搬桌子搬凳子，全是挖苦我的词儿。不是这个，少来这套，就你不能耐吗？该您来，曹操，你是不是能耐？我不，你来啊，我，你来啊。你来，没有现场换角色，这话了，我看你能耐吗？真是的，我来成功，不是往这一坐吗？谁不会啊？哎呀，不知道，以为您坐反了呢。坐着还真得劲儿，说话呀，啊、哎？我的
天那事儿。将刺客曹压上，将刺客曹压上堂来。来人，大人，康子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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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唱啊，快来来来来来！您倒给我接骨眼儿啊！小曹，小曹，只龙潭日吐血，躲在碧火。康子快来，康子快来，康子来，康子快来，康！又是一只中某剑，那自如王罗，怒冲冲魔绝宝。什么声儿这是？罗调。滴水呀呀过，烫烫谁？看陈公他把谋怎样发落？矿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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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将刺客嫂押上堂来。没看见我。看陈公他把谋怎样发落？将刺客嫂押上堂来。看陈公他把我怎样发落？将刺客嫂，我来了来了，来半天了。来来来，嚷什么呀？嚷什么呀？往下接着来呀。下什么词？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既知我命，何必多问？就问。碎嘴。下面站的可是刺……是我是我是我。啊、oh, ，Yes, it is。我成 it 了，您瞧瞧吧。见了本县，见了本县，因何不怪？呀呀，呸！呸呸呸呸！吐一口，吐你四口，转三口。江南曹操自出世以来，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可跪你这削削的县令？呀！你大胆讲，按时不跪呀？当真不跪？当真不跪？果然不跪？果然不跪？那你坐一会儿。我不坐。很开心啊！刚才这一对儿，我第一次演《捉放曹》是这样式儿的啊，这样式儿的，处处惊喜啊！真是没有想到剪场的，对，我也不知道啊，这么大的惊喜。接下来呢，把所有的演员都叫上来哈、啊，没走的跟大伙儿见个面，好不好？好，来，来 ，Welcome to， 你看该来的时候不来了，上场了，还在这深沉呢。刚才深沉，刚才你们的深沉劲儿呢？怎么的，还给你们配乐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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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别别别别！运动员进行曲嘛，哈，差不多得了啊。那个今天其实是个特殊的日子，你们不知道吧？其实今天我过生日。哇，观众都不信哎。但是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好，把那个花捧过来。你们不信我过生日吗？生日不过完了吗？哎呀，真是的！祝你呀、啊、生日快你们快，你们快了哈、啊？怎么了？买花去了？先种去了。哎，其实为什么说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呢？今天啊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个日子有多特殊呢？我希望啊，今天是个有花的日子。对，今天啊，剧场里边。有一对新人，啊、一对恋人，他们要求婚，就是现在，就是我们的葛岩和史莎莎在哪里？哎，我先问问这是哎，你们俩谁求谁呀、啊？这是不是？我打、啊。来，请把镜头对准这一对新人。啊，啊，下个，啊，这会儿，这会儿咱们好把点关注到这儿好吗？很尴尬呀、啊，谁喊的刚才？哇，好无趣。
祝福他们啊，祝福他们啊，祝福一对新人，这个长相伴永相随，爱情的大地无限美，爱情的天空尽朝晖。同意了吗？祝你们幸福美满，白头到老，永结同心。别打扰。真的，我觉得挺好的啊。这个，因为我们，我觉得不一定啊。啊，好，这个，这一个小插曲。哎，我觉得这个插曲其实挺有意义的啊。对于我的说相声来说啊，我真的说，我说相声。真的促成了很多对家庭，你们可能不太知道，真的，但是分的也就这一对啊，一对半对的。今天这是怎么就这么巧？今天就有这么一个。你今天本来没有你啊。啊，应该是怎么这么巧？今天你来了。对啊，谁让你来了。其实挺好的，都是一个巧合的故事啊。这个一对恋人啊，就走到相知相爱啊，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就是说，希望他们能组成一个家庭。是，因为喜欢我的粉丝啊，经常有两个人，你也喜欢张鹤伦，你也喜欢张鹤伦，哎，两个人慢慢的走到一块儿，然后组成一个家庭，很多很多都这样的，我特别的欣慰啊。他们先组成一个家庭。对，我就是这样的，我很开心，就是我说上这么多年，也给人家做了一点点贡献，促成了不少姻缘。哎，我觉得这老话说嘛，什么呀？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是。啊？还有一个在呢。哪个？哎呀，你别躲了，这回你过来吧，来来来，咱们那个祝福已经送完了，你过来了，来来。要我祝福他？我没让你祝福他，你过来。你过来来，我觉得今天你来是我们特别开心，你知道很多的粉丝都发私信说张指南什么时候来啊，我们想在那个台下笑笑他。那就祝福二位百年好合。不是这个故事。你看，哎，他多欠揍啊！刚才就是他，是、啊、您只要喊一口号，我就咬他。你哑火了，接着不保肯，那个你们笑什么？你们笑的观众很茫然啊。嗯，就是那个今天啊挺好的，有这么一日子，大伙儿的、我们也祝福一对新人啊，这挺好的。完，大伙儿呢有的没走的哈。没有，你俩要不别窃窃私语了，要不死去。别你看，因为九南现在心里有气儿，他希望别人都跟他一样。没有。哎，九成跟九差不多得了。哎呦，他都熟练了。行，九成不让说。那个李过，我们都差不多。哎呀，我可没说哎。这不要这样了啊，也挺好的，不要互相残杀了，包括小梅那个。啊，都这样的，这既然台上这些人啊都大伙也都熟悉了啊，这个也不大伙咱就不一一介绍了，时间那个也不早了，对不对？现在已经7:20了，我们、啊、他下台来了，10:20了、咱一块给大伙唱一个得了，好不好？好啊，因为今天每个人演的时间都不短，就是为了你开心，所以我们翻场啊，就来一个六队对歌，好不好？好，来一块啊，往前点啊，会唱的跟着一块唱啊，不要走那么远啊。冷根冷根冷根里根得停，起高了，这不是你的。冷根冷根冷根里根冷根的里根冷啊，根冷根里根里呀。天桥没有桥啊，怎么样？戏台是人大的哦。酒楼茶园的原本在平地，咯隆咯里咯里呀。你刚下了台呀，下去吧。我又登上去，没问题。颠来倒去，倒去颠来，后台是通着的，咯隆咯里咯里呀。您要是听相声啊，怎么样？德云数第一，是喽。魑魅魍魉妖魔鬼怪都在六队里，咯隆咯里咯里呀。您往那台上瞧啊，漏漏没一个能看的，不能，也就是我这个队长至今还没离，咯隆咯里咯里。哎，你也别着急，下一个就是你。哎，你
你什么时候离？周一办手续，热搜排第一。刘队心多气，都给我滚啊！咱们够了，咱们都开开心心的啊！哎，好，还开开心心的。忘了说一句啊，行了，行行，刚才这玩笑的，是哦，别往心里去。祝福大家身体安康，生活甜蜜蜜，二万事如意。感谢各位的观看，本场演出到此结束，我们明天见。你的热爱正在热播。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卖故意》，表演者关九海、张小白。哎哎，来到这边吧。哎呦呵。这个我这边不排队啊，啊，没有人响应号召啊。哎，哎呦呵，还有。哎呀，好，我们这个上货耽误时间啊。哎呦，哎呀，怎么还有？太好了，感谢吧。行了，辛苦吧，辛苦吧。感谢大伙儿啊，感谢您各位掌声鼓励。哎，谢谢啊。哎，哎，感谢，挡上了是吧？哎，挡上你了哈。哎呦呵。感谢大伙儿啊，嗯，我也知道今天是跟我轮哥一起演出，哎，我们俩也不是第一次跟他出来了，是，当然了，在北展演出是头一次，哎，头一回演，我们也知道啊，各位呢给我们送这么多礼物呢，嗯，是看在我轮哥的面子上，哎，没错，捧着我们哥俩听，哎，照顾我们俩啊，然后这场节目呢，其实就是让我轮哥歇一会儿，休息休息，尤其来说我们这场节目更不好演了，怎么呢？这一上来呀，啊，都知道一会儿人家会出来。演最后一个，哎，所以这会儿有的人想上个厕所什么的啊，没关系，嗯，这个时间段我们俩上来的任务啊，就是给您各位腾出上厕所的时间，对，张鹤伦喝水的时间，哎，啊，没关系啊，这俩事儿别搁一块儿说啊，可以分开一点说，哎，就说这个意思吧，嗯，老观众也是捧，是上来以后送了好多礼物，嗯，有花啊、熊啊，哎，吃的喝的什么都有，对。惯着我们，哎，其实老观众这样送礼物是为什么呢？啊，送他们就是想告诉新来的朋友，怎么着？听相声啊，啊，别空着手，哎，知道了吗？什么叫别空着手啊？空手听相声就不合适了。哦，那应该怎么着？当然了，我也知道您各位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哎，上来给我们送个礼物，嗯，耽误您的时间，是有失您的身份，对，但是没关系。怎么着？我们不要脸，嗯，我们能下去拿，你知道吗？您还有。我怕我回不来啊，怎么意思还要下去干嘛呢？不是，今天这种大剧场演出就不能老跟您闹着玩了，哎，小剧场嘛，嗯，我们可以跟您各位互动一下，哎，说一说你上来呀，你下来呀，嗯，互相这么玩，嗯，但是就唯独这种互动啊，啊，我认为分场合，
这分什么场合呢？哎，你不是什么情况下什么地点都可以跟观众互动的，是吗？你比如说吧，啊，在北京，嗯，可以跟观众互动。哦，南京啊也可以。哦，唯独有一个地儿你不能互动，什么地方呢？东北。这有什么关系吗？这你看，东北人的性格是很豪爽的，哦，很外向。是，我调查一下，今天2700多朋友啊，哎，有东北朋友吗？还真不少，哎，这么多东北朋友哈，哎，再见。哎，头一回跑这么快啊！废话，干嘛去呀，啊，你，啊？这珠子没拴着，这个我咬死你！你应该拱死我你。跑什么呀？我害怕呀！我没想到这么多东北朋友呢。嗯，我在东北我吃过这个亏呀。哦，您还吃过亏？互动无非就是刚才您那样啊，你上来你下来。哦，就这样。在小剧场很简单。嗯，比如在北京我们演出的时候啊，真有观众跟我说了，你下来呀。嗯，你想我下去就下去。哦，这么点的舞台怕什么？哦，走到观众跟前，嗯，还得跟观众闹着玩呢。怎么着？下来了，怎么了？您这什么模样？您这是逗观众呗？啊，观众一看我真下来，他肯定就慌了。哎呦，这样看着我啊。这什么模样啊？干嘛呢？观众先不好意思了，害羞了。对呀，哦，啊，有时候我也喊我你上来呀，嗯，那小剧场台也不高，是观众一步就迈上来了。哎呦呵，我一指他，嗯，回去，嗯，再看观众，嗯，回去了，咱是不是就这一个观众啊？说话很讽刺吗你？废话，都这一个模样啊，就他好欺负。那您没有这样的，就可是他一个人来，不能这样。就这招你搁东北不管用啊，搁东北怎么不管用？东北长春的时候开业啊，我们哥俩去了。对，好，演出演到第一天，嗯，演到一半啊，坐那边犄角有个大哥，嗯，跟我这喊你下来呀。哎呦呵，嘿，我这一看，主动调节气氛，是我能饶得了你？哎呦，蹦到台底下走大哥跟前，嗯，大哥啊，下来了，嘿，再看他也冲着我乐啊，怎么着？滚一边打去！哎。好，嗯啊，我也没饶了他，嗯，我回了他一句，嗯，奴家先告退了。怎么这么贱呢？那怎么办？让走就走呗。啊，这第一天，哦，第二天也不长记性。第二天演吧，演到一半，嗯，坐那边犄角有个大哥，改这边了，跟我这喊你下来呀。嗯，我恶毒毒的看着他，怎么着？不，这也算长记性了。我不能被骂两回啊。啊，我有心眼儿，嗯，我说你上来呀。哟呵，谁想到啊？啊，东北大哥呀，嗯，跑着上来的，嗯。跳到台上一指我说了句话，怎么说的？你瞅啥？这句话是在东北最难回答的问题。嗯，问我瞅啥？嗯，我能瞅见啥呀？嗯，啊？哎，我能看见什么？您先等会儿。一场无情的大火呀，哎，呀烧死了我的搭档。嗯，你先等会儿。什么叫烧死了你的搭档啊？大哥站台上都哭了，嗯，泪流满面的。哎呦呵，太惨了！哎呀，这怎么上来的？这是，哎，啊！当然，刚才有东北朋友提醒我了，嗯，有标准答案。什么标准？你瞅啥？啊，瞅你咋地？标准答案呢？我估计我说完这句话，嗯，今天都周年忌日了吧？啊，就死那儿了，不敢那么说呀。啊，后来回到宿舍，躺在床上，我一想，嗯，他这是侮辱我。哎呦，我有一个方法可以应对他。怎么应对？他一指我，你瞅啥？啊，我也指他。怎么说？我瞅你像我爸爸。真豁得出去呀，啊！来啊，嗯，打死我！呵，把你儿子我打死！哎呀，让你断子绝孙！贱得慌你！把你孙子也打死！嗯，来，干嘛？掐死你我！你老掐人干嘛呀？废话，把你自己豁出去，别带着我！这必须这样。没有您这么说，让我上来下来，所以在这个剧场我根本不敢互动。哎呦啊，这是跟您开个玩笑。嗯，上台很多朋友对我们也不太熟悉，不认识。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哎，得说一说啊，我叫关九海。啊，对，不用不用，不用给我鼓掌啊！介绍一个名字配不上您各位的掌声，你瞧瞧，还有很多人后面一脸茫然，人是这样吗？就说凭什么给他鼓掌啊？没有这样，德云社的一个小学生啊，小演员是小丢丢。您这是什么名字？你没听过这个词吗？没听说。形容一个相声演员这个名气小到一定的极点了，嗯，有那么一句成语。哦，这还是成语？哎，对了，四字成语啊。怎么说的？丢丢丢丢。四字成语，你原来是发电报的吧？
学的年头也不算多，说的有什么道与不道的吧，您各位多多的包涵，您多原谅。都知道比如关九海、张鹤伦，这都是我师父郭德纲先生给我们起的艺名。对啊，我有自己的一个本名。您的本名是吴亦凡啊，谢谢谢谢。前两天他在南京开了一个演唱会啊。就您这模样干什么？你是吴亦凡怎么了？你要是吴亦凡啊，我就是鹿晗。好，谢谢你们，谢谢啊。你听见那边喊退票了吗？听不见，屏蔽屏蔽。你们现在退完票，一会儿他还上来一场呢，太不值了。你瞅瞅你弄的大家。我怎么了？你说一鹿晗干嘛呀？你说吴亦凡干嘛呀？你是鹿晗吗？你让各位看看，把脸转过去、怎么了？鹿晗泡发了啊？昨晚上给自己注水了？我昨晚上给你盖蓝戳来的。你给我盖蓝戳我也卖不出去啊，这么瘦，精瘦肉，再个人牙再退货去。没有您这么说话的啊，就说这个意思。别这么介绍自己。行了，介绍完我了，咱们也介绍一下他。说说我。这是我的搭档。对，他叫对对对，我叫我们哥俩都知道六队的相声。哎，你是不是认为我站不住？你再瞪我一下试试。好了，不跟你开玩笑了。你是不是想让我离你近一点？没有那个啊，过来过来过来。干什么？怎么怎么介绍我呢？介绍您的名字呀。就对对对对，那大伙乐了，你管那个去呢？你这一场的任务上来，就让大家不上厕所。你不能一介绍你呱都上厕所，你太利尿了吧？不是，那你也不能介绍别呀。那怎么办？你说，你说清楚了呀。真赖我了。哎，说相声年头长了，难免嘴皮的快啊，跟这没关系。2700多个观众啊，咱们重新介绍，就是这是我的搭档，对，他叫。哎，清楚不清楚？你是不是对清楚的定义有什么误解呀？不是，我看你这个表情貌似你生气了。不用貌似啊，就是生气了。你这生什么气呀？废话，就这么个，这叫清楚法。今天谁的专场？咱们罗二哥跟朗哥的专场。是啊，这几个助演的人家未必能记得住。嗯，但是我这么介绍你是为了让人记住你。这样就能记住我了？没问题，不信咱问问啊。你来，各位，他叫什么？看看，2700多位观众啊，同时齐呼你的名字。这是大伙把所有的爱都给你了，由内往外的。这是由内往外的想把晚饭给我。你马上就能火了。这我还火了，以后北展卖你的票、哎呦啊，黄牛拿着你的票、快来听相声啊，今天有、多火呀。我怎么那么反胃呢？我今天这各位听完相声啊，散场怎么着也得11点了吧。哎呀，回到家亲戚朋友不得问问吗？问一问，这么晚你干嘛去了？干嘛去了？张鹤伦相声专场 啊，除了他还有谁呀、还有谁、真棒。也不是我给人说吐的，还是伦哥给人说吐的。我都羡慕你。甭羡慕，我再来这我歇死你。我拿扇子歇死你。要干什么？拿扇子歇死你。你要歇死我？对了，你让各位评评理。嗯，咱俩今天站台上干嘛呢？干嘛呀？咱俩说的是相声。嗯，不是相扑。动什么手啊？要求改项目是吧？啊，相扑你来得了吗？来呀。什么意思呀？哎呀，相扑吗？哎呀哎呀，来呀。你等会儿，你来，你跟我在，哎，在德云社提相扑，我告诉你，我就服孙越老师，甭跟我来这套。你说你跟一弄大象的比什么玩意儿呢？你说你说的要来相扑啊？我来相扑，你先把尿不湿给我脱了。哪儿就尿不湿？来什么相扑？俩人疯了，上来兜着裤子上来，给您说点相声啊！这2700多个观众看咱俩相扑啊，有病啊！我不跟畜类较劲，行行行，甭来这个，你别老来这个，不要好好介绍我，好好介绍你的名字，这个也不是外人，是，咱不开玩笑了，哎，姓张，哎，张肖白，哎，是我，啊，你看，哎，谢谢各位，不用勉强的给鼓掌啊，谁勉强了？我从灯底下能看得见，尤其中间的朋友一边鼓掌一边，
没有这样的，吐在前面朋友的身上不太合适。没听说，一会儿还出去还得打架去。哪儿啊？两个人一起合作，像今天来说不是我们的专长。对，介绍一个名字，以后您天南海北走到哪个小剧场，哎，看见这哥俩了，进来捧捧场，哎，对不对啊？对，包括打六队开始都知道张鹤伦是六队的队长。对，打六队一成立，我们哥俩就跟着张鹤伦手底下，哎，四年了，这么多年了，我认为伦哥啊，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偶像。呵，你瞧瞧，榜样。哎呀，学习的楷模。呵，真的，我从张鹤伦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不应该有的东西。以后他就是反面典型。他不是反面典型吗？废话，站台上，哎哎哎，那是谁？人谁也没这样。伦哥的特点，好好努力吧。不光是这，今天人家这个主演张鹤伦呀、郎鹤炎，相声说得好，是。包括这几对助演的啊，助演的演员，除了我们两个人，还有两对。对，人家这个相声说的也是不错的啊。我们在后台也听了半天了，哎，都是师兄弟。行了行了，怎么了？说话留点余地。怎么没留余地呀？你这是夸人家吗？我是捧人家呢。没有您这么捧的。应该怎么捧啊？好好来，你看看，别闹，学习一下啊。哎呀，哦，这样捧是吧？哎，那咱们两人可以一起来一回。是，他们相声说的非常的不错。哦，很开心啊。这就能看得出来啊，德云社后台的演员之间是很团结的啊。这就别说团结了，您反正甭管怎么说吧，努力学习吧。哎，毕竟我们现在还年轻，是能力一般，对，水平倍儿棒。你站到啊，要点脸好吗？怎么了？都说相声要什么脸？说相声还要什么底线？您甭这么说，嗯，能力一般，水平有限。那是你，不是？那你就倍儿棒啊。怎么了？你就倍儿棒，能力一般，水平有限。哎，毕竟还年轻。拿我来说，我也不是小鲜肉。哎，啊，八零后的相声演员，这是真的啊，说的是真的。八零后，你像十八的，我谢谢你啊。你像一八八零后，一八八零年怎么了？那你就是光绪六年生人，还可以啊。那我一七零零年的。神经病！康熙三十九年，我一六四四年的，顺治元年，我秦朝人行了吧？哦，那您就是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到公元前二百零七年这之间生人。你是不是带手机上来了？往哪儿聊？往哪儿聊呢？废话，你怎么谁带手机上来？怎么查的那么仔细呢？你的谁查了就知道？没事，净算这干嘛呀？谁算这？我终于知道了，就我们九字有那个典型的那个，还有典型的那周九良，现在一说都知道。往那一待，这个你看着点，今儿这桌子不稳，我告诉你，知道了吗？为什么这样站着？我跟你说，各位，就是底下有一手机搁那看呢，知道吗？谁跟那看？往那看呢？没听说过，来不及查。这桌子你看是桌子，为什么弄块布啊？各位，为什么挡着呢？哎呀，里面都是巧克力。这谁吃巧克力？哎，他一烦了跟哪儿？我来一块儿。谁吃这？捧哏演员就这玩意儿，来这套，你好好说。逗哏的谁算这个呀？对不对？我们都好好学。嗯，刚才好多人都学了这么多了，学的范围是最广的。哎呦呵，啊，学人物，学表演，学说话。嗯，包括咱们这个节目什么？学吆喝。哦，叫卖。哎，对了，进入正题了。哎，你瞧，您呀，您甭说这个，什么就进入正题了？我觉得他们俩快歇够了。哎，学吆喝，吆喝是我们本门要学的。哎，应该学的。为什么要报这个节目？为什么？演员站在台上不能光跟您开玩笑哦，展示自己的基本功，真能耐。当然了，现在很少有吆喝的了啊。为什么？为什么？都看广告了。对，广而告之嘛。嗯，现在甭管是有什么事儿，一上网都知道。哎，对吧？是。你比如说现在有人造谣了，说张小白是个大变态。嗯啊，你上网查去吧。就是。你这一看，哦，真的。嗯，不是。什么就真的呀？假的，对呀，对不对？包括市面上这些吆喝的也少了啊。过去讲究吆喝，嗯，是怎么吆喝呢？怎么吆喝？九腔十八调，纵声翘扁担啊，这是老北京的讲究。说的是嗓子透亮，得能打远儿。是老北京城过去卖菜的就吆喝哦，卖菜这一个人啊，扛着一个扁担，哟呵，肩上这么一扛，嗯，前后面两个箩筐，里面放着十几样青菜，都是一捂耳朵。张嘴就吆喝，我怎么吆喝呢？十几样菜吆起来跟唱歌一样好听。您学，我给您学学这个。哎，来了，十几样菜啊。嗯，香菜、辣青椒，哎，
沟通恁亲彩来扁豆切的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红萝卜扁萝卜恁那样的香椿里蒜嘞好韭菜真不错，老北京城卖菜的吆喝的啊，这是老北京卖菜，不光卖菜的啊，卖冰糖葫芦的也吆喝。老北京小吃。对了，但是东西南北城可都不一样，还有区别。你当然了，你比如北城到现在为止，有钱人居多。哎，是。过去深宅大院居多，四合院吆喝起来这个声音得是悠悠雅雅、飘飘荡荡。哦。甭管几层深的院子，给您打透了这么好听。哦，就得这样吆喝起来是蜜瑞的冰糖葫芦。您学学的。这样吆喝的啊，您来了。蜜瑞冰糖葫芦来哟，还真不错。葫芦怎么还一后勾啊？声音得浪进去啊，没浪进去呢。行，你这模样够浪的了。什么叫模样够浪的？没有您这么说的。这是北城，到了南城不一样，南城比较简单了，穷苦人居多，这么吆喝的啊，小门小户，冰糖葫芦刚占得的，完了，这就完了，一句就完了，冰糖葫芦刚占得的，哦，听见了吗？听见，您出来买来就行了。嘿，你瞧，哎，这是冰糖葫芦，哦，包括卖包子的也吆喝，包子，贵叫清真跟汉叫的不一样，还有区别，汉叫就是大叫，大叫吆喝包台，都是上了岁数的人，五来岁六来岁退休了干嘛去，卖包子去吧，挣点零花钱，但是他们吆喝包子之前先偷吃，这怎么还偷吃？他先偷吃，他吃饱了再吆喝，哎，就倍有特点，这样的您学学，他吃饱了，吃了一吨包子，一吨，不是吃了一屉包子，哎，这么吆喝的，吆喝包台，包台，好卖我的名儿嘞，尝尝包哪儿的包，尝尝包儿香，这什么意思？这是打一嗝吃饱了呀？嗨。啊，这个贵叫清真就不一样了。怎么着？小伙计居多哦，小孩儿，哎，童音嘹亮，这么吆喝的，哎，怎么吆喝？你就听着童音嘹亮这个劲儿啊啊！新出的甜嘞，包儿热的嘞，发了面的包儿又热嘞，吃包儿吃包，那包儿刚蒸的。你听，哎，你瞧瞧，还有点意思。你听这尾音，哎，是是，你听，哎，你不是童子，你都来不了这个。童音嘹亮，不是我都有点怀疑啊，您是不是在宫里头干过？哎，你怎么知道的？认了？怎么认了呢？您什么宫啊？您少年宫。您是来这个都不齐，一二三，问他。说，我以为是文化宫呢，眼神当中都有马赛克了、哪有马赛克？不要老说这些龌龊的问题了。就说这个意思，这都是吆喝的。当然要说吆喝里面，你说比较有特点的是什么呢？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卖故意的。卖故意？卖故意分很多种。什么叫卖故意？就卖旧衣服的。过去人穷啊，找个当铺吧，当点钱花，把衣服当了。但是你长时间不来赎当，这个东西变成死当了。是。专门有一种人，来赎这些东西，摆一地摊，他跟那卖。卖故意的。哦，这是卖故意。最经典的啊。北京故意、天津故意、河北故意、河南故意，还有一个，故意的故意，不是什么叫故意的故意？俩人的故意啊，对口的，一个人吆喝上句，一个人吆喝下句，还有配合。上句一吆喝，您一听不是人话，下句给往圆全了说，哦，这就是一人撒谎，一人给圆谎。哎，把您宫里那劲儿收起来啊，聪明啊！行了行了，是就是这个意思啊，就这意思，你能来吗？这我就不太会，不太会没关系啊。今天这么多好朋友捧着呢，跟着我学一回吧，跟您学啊，跟您学就没问题，行不行啊？可以可以，来一回，来来来来啊，把这拿起来，这什么意思？卖旧衣服呀，啊，好比说这就是一件马褂，哦，马褂啊，我吆喝上句，您吆喝下句，行行行，好吧，开始了啊，哎，跟您学是吧？跟着我学啊，哎，得做比成样，真是那意思啊，哎，这就是买衣服的，哎，2700多人呢，哎好，哎，大了马的褂儿哎，大了马的褂儿哎。你是不是有病啊？你有药吗？我没有尿。我问你有没有药？药药。你有口音也说话，你是不是有病？我吆喝大马褂，你也大马褂，那怎么着？往下吆喝呀。往下吆喝。对呀。啊，行行，上句下句嘛。往下吆喝。哎，大了马的褂儿哎，二了马的褂儿哎，三了马的褂儿哎，四了马的褂儿哎。你那个眼神告诉我你忘词儿了。五了马蹄罐儿哎，六了马蹄罐儿哎，七了马蹄罐儿哎，八了马蹄罐儿哎，九了马蹄罐儿哎，十了马蹄罐儿哎。
你赶驴来了你？你差不多了，我怎么那边那大哥都知道你的词儿了，你是不是有病？马褂排队来了？你说让我往下吆喝的呀？往下吆喝，我吆喝大马褂，你得吆喝马褂的作用啊！这玩意儿有什么作用？它不就套外边的吗？那您给吆喝出来呀？我怎么吆喝呀？套在了外边啊，这不得了吗？哦，就这个套路的，来点翘口啊，宝贝儿。来来来，来吧，开始吧，您那、明白了，懂了，懂了，懂了。哎，大了马的褂儿哎，套在了外边啊，没有袖子啊，马褂没袖子那是坎肩儿，你吆喝呀？我怎么吆喝呀？那是坎肩儿啊。改相裤了，我告诉你、别。你别老气我好不好啊？废话，这你告诉我不就完了吗？对不对？你老气我，你动了我的胎气啊！您有什么胎气呀、您这是？嘘，太三俗，太三俗。这种包袱不能借给你们，好好来就完了。哎，耷了马的褂儿哎，套在了外边啊，没有袖子啊，那是坎肩啊，买裤子啊，两条腿啊，一条腿儿的呀、那是裙子啊，三条腿儿啊，我裙子套裤子啊，四了条的腿儿啊，我两个人穿呐、五了条的腿儿啊。那是手套啊！可以。废话，你们家有五条腿的裤子，我穿两条腿，大了三条，这不挺好吗？穿俩，大了他。没有这样，对不对？为了考考你，不用你这么骄，看这表情了吗？骄傲了？谁骄傲？后边有算账了，越来越难，给多少找多少，能行吗？没问题，行啊。后台打听打听，我算数最好了。我知道，哎、还用说吗？张小白后台有个外号，哎。算术大王吧，哎，你们家都是忍者神龟，你叫斯普林的，那谁叫斯普林？来吧，开始算术大王，这包袱除了八零后谁懂啊？哎，行，哎，开始吧，来吧，我要买袍去呀，有个领子啊，有袖子，有了棉的花呀，对儿啊嘛对儿啊，打了棉的对儿啊，它怎么那么厚啊？亲娘续的呀，后娘当的呀，当多少啊？五了六的毛啊，一了块一呀、我给你两块二，我找你一块一呀、我给你三块八呀、我找你两块七呀、我给你一个派呀、给你三点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三五八九七九三二三八四六二六十啊！我背不上来了，我这废话，你给我一派像话吗你？你背什么圆周率啊你？你说的是什么呀？巧克力派啊！你合多少钱一个？你算一下不得了吗？我跟你玩呢，我跟你玩呢。来不了这个。没有，你好说数，说数。再说一数，我给你182.53元。算。你刷卡不？没有 POS 机呀、支付宝也行啊。手机刚丢了。你就应该跟那手机一块丢。我凭什么我？废话，您说这数谁算得上来呀、你说什么意思啊？您这数谁也算不上来，我就能算上来。你能算？对了，你算，咱来一回，来来开始吧，您那算嘛不就？我给你182.34元哦，算。我留下一块一呀、剩下都给你呀，算上来了。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学聋哑》，表演者高小贝、侯小楼，掌声有请。谢谢，哎。哎，谢谢，哎，谢谢各位热情洋溢的掌声。对，谢谢您的掌声，谢谢您的掌声，谢谢，谢谢大伙儿啊，感谢各位啊，嗯，特别的开心。对，来的朋友特别多。那是，刚才两位老师给您说了一段，嗯，
张鹤伦、郎鹤炎，对，相声专场，没错，说的特别好啊，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人家爱听啊，让他们二位呢下去休息一下，歇会儿，把这口气咽掉，多好。然后呢，你先等会儿，这场这忒不吉祥了吧？给您表演了，您先别说了，主要是他们一会儿还出来，行了行了，出来把花都拔了，你可以了。就别说了，怎么了？人俩人下去就死，不是特别卖力气啊，哪有那么心想事成的事儿啊？是不是？这叫什么话呀？嗯，换换气，休息休息，哎，歇一会儿。对，我们哥俩上台呢，再陪您聊一下，再说一下。都是年轻的演员，哎，好多朋友对我们哥俩不了解，不知道。一提德云社，您想到的是谁呀？啊，想到的是那些个演员，哎，对吧？还那些个，就是那些个有名气的演员，哎，对对对。一提德云社，想到的是谁呀？首位呢？相声巨人郭老。是是啊，哎，您行了，，就甭那么虔诚了，就、啊、还高了，还高。行，起来吧。哎呦，这怎么带着娘娘们都坐这儿了是吗？哎，好啊，郭老师，嗯，郭老师，相声说得好，嗯，还有他的搭档啊，相声皇后于谦老师，是不是？这都什么称号 啊？都是好演员，人说的好。我们哥俩呢，岁数还小，哎，比较年轻，资历还浅，确实是，水平有限，能力一般。嗯，上台好好给您说相声。对，做一个简短的介绍，您认识一下，说上一说。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高小贝，一个小学生。谢谢，谢谢。大伙儿都欢迎，谢谢您的掌声，谢谢，真的不敢奢求您的掌声，但是我看还有个别观众没有拍啊，没关系，再给你们一次机会。我叫高小贝，谢谢，谢谢。哎呀。真是今天观众特别热情、啊、那是，但是我看热情也是我们前的那一场特别热情、啊、到我们这儿怎么回歇会儿啊，别闹了，怎么老搭茬呢，真是的，要不你说是不是啊？哎，怎么还一股子一股子的，真是啊，我再介绍一遍、啊、哎，再说说，希望介等会儿，希望介绍完我的名字之后各位报一咱们，行，那怎么着？那，哎，这不歇着呢吗？还是你们先说，要不？哎，你们先歇，你们先歇。就是你，各位稍安勿躁啊，哎、稍安勿躁啊。我们哥俩给您说一场、啊。哎，是我们哥俩给您说一场，时间不长啊，说完就下去。哎，对啊。说完就下去啊！哎，对，别着急啊，就不定说多会儿。别着急，对，我要不下去，谁也别想上来，你知道吗？嗯，行，介绍一下，再介绍一下 啊，说说，希望介绍完我的名字之后各位报以热烈的掌声还有尖叫的呐喊声，咱们互相欺骗一下啊，再来一回 啊。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我叫高小贝，谢谢。哎，我看谢谢、哎、这多好，哎，你看你们也高兴，我也高兴，也痛快、啊、对不对？介绍完我呢、啊、介绍一下他啊，我这是我的搭档，嗯啊，这个演员特别好，我呀叫曾亮，对啊，您先等会儿，怎么了？谁叫曾亮啊？啊，不是吗？没有这名字，说错了啊，哎，不叫曾亮，叫什么？我叫侯小楼，侯小楼、哎、这是我，你看这就是区别，嗯，你看这就是区别，哎，谢谢。哎，还带一哨，怎么、哎、怎么过安检怎么还带着，是不是啊？侯小楼、哎、很不错的青年相声演员，我还凑合吧，长得比较精神，我还精神，上人见喜，我就是爱乐，真是这样、嗯、小伙子没有架子啊、嗯、演员就应该这样，没有架子，我有什么架子？真的，他就没有架子，你乐一个、啊、你乐一个，我乐一个，你乐一个啊啊，你看乐一个，乐一个啊，你看说乐就乐，没有架子，这有什么架？是不是长得特别白？是挺白啊！一乐和眼特别小，嗯，是不是？其实不是特别小哦，在我心中他就是浓眉大眼，嗯、长得比较精神。哦，我呀，啊，这是我的偶像。哎呦呵，你知道吗？真是我的偶像。你太捧了，呕吐的对象，你知道吗？这都什么话呀？确实，人家相声说的好哦，我对他比较了解。是，连刚才二位也是啊，嗯，站桌子外头，张鹤伦张老师，对啊，你看特别佩服他，嗯，我特别佩服他。怎么了？在他19岁的时候 啊，朋友们，在张鹤伦老师19岁的时候，怎么样，就能给他爸爸拿报纸，给他妈妈拿牛奶，嗯，你知道吗？到楼底下颠颠跑回来拿回来，这就是个神童。先别说了，怎么了？您这捧的有点太假了。干嘛？好，19岁拿报纸拿牛奶，这算了什么呀？问题关键不在这儿，在哪儿？他们家从来没订过报纸跟牛奶。
哦，这么回事儿、啊。所以说我特别佩服他啊，是啊，啊，桌子里头那郎老师，嗯，游泳游得好，哦，还会游泳，真的从脑袋上就能看出来呀、啊嗯，游泳游得快呀、啊，哦，是啊，把头发都磨没了，你知道吗？哎、那是磨的呀，真是特别佩服他们。嗯，相声说得好，说得好，向人家努力，向人家学习。嗯，我们哥俩岁数还小，其实好多朋友对我们说相声这演出来说啊，比较，在意的就是特别想知道说相声一场挣多少钱。有好多有这想法的，是不是、哎？是吧？就特别想知道演员演一场给多少钱，是吧？啊，其实也没有外人啊、嗯，今天都是捧张老师、郎老师来的。啊，咱们稍微聊一下，我还能说说。其实张鹤伦、郎鹤炎老师啊，嗯，五年前说说他们，五年前，五年前，200块钱一场。哦，五年前一场才200，一场演出费200。你瞧瞧，我们哥俩5年前200。哦，也是200啊！啊，对对对，五年后的今天，嗯，张鹤伦、郎鹤炎，20万一场，啊，对，我们哥俩，我们呢，200，对，各位您别乐啊，啊，证明什么呀？证明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啊，我们哥俩没掉价，没，你看看。我们就这么安慰自己了，这是开玩笑 啊！其实上台好好给您说相声，哎，好好聊、啊。四门功课您都了解，知道吃喝说学逗唱，哎、嗯说清楚，说清楚，说学逗唱，说学逗唱，哪门都不容易。哎，说来讲，嘴里得干净，得清楚，那是。甭管坐在哪儿，都得听得清清楚楚。对，打小得练基本功，嗯，绕口令打小得练。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我不爱吃。你看，打小得练。爱吃干嘛呀？得学习呀、啊嗯，得掌握呀、啊。说扁的长，板凳宽，扁的绑在板凳上，板凳说行。你不净这个吗？就这玩意儿还有什么可练的？是不是绕口令啊？贯口，嗯、贯口八扇屏、地理图、报菜名，看的是演员的嘴里。哎，有这个、嘴里必须得干净。还得就是气力，报菜名您都听，常听啊，好几百道菜一气呵成啊。有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红丸子、白丸子，你得练。对，你像他就来不了，不是真的。您说我，他气力短，我呀，他一来蒸羊羔死了，你知道吗？我这气力也忒短点了，这是说啊，说嘴里得干净，嗯，还有就是学，对，学的太多了，嗯，您给我们大伙介绍一下吧。哦，学呀，好吧，那学的多了去了、哎、学点什么，这个天上飞的、嗯、地下跑的、水里浮的、草坑里蹦的、人言鸟语、大姑娘老太太辨别嗓音、学个口技呀、聋子打岔、哑巴打手势，这我们都能学。说的还真多，对吧？跟我们学一个吧。啊，学一个，学一个什么？天上飞的啊，天上飞的学什么？天上飞的学一个空姐儿，空姐儿，一般空姐儿也没有我这个身材的呀。那你学嘛，像不像三分样嘛？是不是？ 这我学不了。形似就是嘛，空姐儿嘛。你学学，微笑嘛，对不对？嗯，微笑嘛，空姐儿有线拿瞪着是怎么着？说来就来呀，天上飞学不了。这不行。地下跑的，地下跑的我可以。地下跑的学一个屎壳郎。您瞧他找这玩意儿怎么了？屎壳郎这玩意儿谁学得了啊？我能学呀。你能学屎壳郎？各位想看吗？321，您看像不像啊？你来了，向来的掌声啊！321。我是那粪球。嗯，还嗯呢？您这也不怎么样。这也学不了。这学不了。这个什么？这个。水里富的，水里富的，这我能学。水里富的学一个扇贝，扇，好不好？您让我学一生蚝，我也学不了、啊。扇贝给你道具吗？哦，道具啊，扇贝，扇贝吗？扇，哎，拿这个有点启发，能学吗？有点启发，学一个，我学扇贝是吧？扇贝是吧？扇贝横着竖着的、都行。哦，都行哈、啊，扇贝啊，这行吗？这我凑合，这凑合，哎，这还行吧？凑合，哎，这也不怎么样啊。草坑里蹦的，草坑里蹦的我能学。草坑里蹦的，学一个长颈鹿。我学一长颈鹿。长颈鹿，草坑里蹦啊，在草里我学长颈鹿干什么呀？长颈鹿吃东西。是，长颈鹿吃东西啊？这我真学不了。这学不了、啊？我没观察过。多简单呀、啊！没有。后头观众能看见吗？啊，看我面部表情啊，长颈鹿啊。啊长颈鹿，整一长颈鹿精，这是怎么了？这我学不了。说半天，这也学不了啊！这都是画左脸，能学什么？口技，口技，
能学吗？哎，口技我能学。小动物的叫声，对，模仿，对，你行吗？这我可以。那你学一个，家里养狗呢吗？狗啊，养着呢。家里养几条狗？养了三条。加你呢？四条。行，学一个。你有病是怎么着？怎么了？有这么说话？学一个狗叫吧。学狗。学一个小狗叫。啊，小狗叫。小狗叫。这好学呀，小狗叫是吧？对，这好嘞。这不是小狗叫吗？小狗，对，都这么叫。学一个大狗叫，大狗好学。大狗，嗯，大狗就是嗓子粗一点啊，别吓您一跳啊！哎，别吓了，别吓了，什么？大狗啊，大狗。哎呦，呵，真不错啊！你瞧，真是哪位带狗粮的吗？给我不吃那个。学的还真不错，学的还凑合啊。学一个别的吧，别的。学一个牛叫，牛啊，哞。学一个羊叫，咩。学个鸭子叫。喂喂喂喂喂！哎，有两下子，有两下子。学个蜘蛛叫，什么东西？蜘蛛，蜘蛛。对，我不会。不会吗？不会。我教给你啊。您学学。蜘蛛是这么叫。蜘蛛。唐长老，过来呀！你行了，行了，行了，你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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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行了，你过来。您说这是蜘蛛精。你管他精不精的，对不对？还精不精？您这也不是什么正经蜘蛛。说半天什么都学不了啊！不是后头啊，真正能学。聋子打岔，哑巴打手势。聋子打岔，哑巴打手势。这么都能学？咱俩人学一回吧。学回什么？热闹闹的，这么着，咱学一回哑巴打手势，好不好？啊，哑巴打手势，行吗？可以学。谁来哑巴？我来小哑巴。那我来个哑巴翻译。哑语你都懂吗？眼巴前的我会点，都知道。哎，那也不用交代了。嗯，哑巴有三直，是眼直、心直、腿直。哦，我一拍脑门我就小哑巴。小哑巴，我不能说话了。好，这时候全靠您了。我给您翻译出来，好吗？没问题。故事情节就是咱们俩打小一块长起来的，发小弟。后来分开不见面很多年了，嗯，再一见面聊一聊天，叙叙家常。太好了，我打这边来，你打这边来。那咱学学，开始啊，来来。您这诈尸来了是怎么着？诈尸像话吗？三直嘛，对不对？您这也太直了。三直嘛。不不不，您别这么直。我应该这样。您行了，行了，好，您这么着我就扎死了。啊，三直嘛。您呢，就是自然一点。稍微自然一点。哎，自然一点。稍微自然。哎，再来，再来。哑巴。哎哎嗯。有哑巴答应的吗？废话，有满大街叫哑巴的吗？你叫谁哑巴谁不抽你、依着你呢，十哑九聋听不见，听不着，你得跟我比划呀。你说比划吗？会吗？啊，比划手语我会，我会。俩哑巴，俩呗，怎么又俩哑巴了？有病！我是哑巴，你不是哑巴。我不是哑巴，你是喇嘛。对，喇嘛像话。不是不是，你会说话。我能说话。你会说话。我是个正常人。对，你会说话。我是正常人。相信自己，我可以说话。阿伯，哎呦，邻居小哑巴。阿伯，我们俩好多年都没见了。阿伯，哎，你看你还认识我吗？啊，你看，你还认识我？这，哎哎哎哎哎哎哎。这手怎么不老实啊？你干嘛呢？这是干嘛？哦，他那意思说我们俩人啊关系特别好。对对对对，确实不错。咱们俩啊啊啊啊！这我不说你们也明白了呀。他说我们俩人是打小一块长起来的，就我没长起来嘛，对吧？这是是是是，没错没错。哎喂，啊对对对，哎喂，啊哈，哎喂姐，啊我，哎喂姐，啊咱们俩，哎呀你，哎呀，嗯哼，哎西，哎西，啊哎西，哎西好。他呀说我们俩呢是分开了，不见面，五六年了。哎喂，这也太黏了呗！你记错了，不是五六年了，是九年了。哎喂，九年了。哎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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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年了。
啊，九年了，好，你再练练，说的比我都清楚。哎呦呵，还哎呦呵，哈，对，九年了，哎呦呵呀。好家伙！行了。妈耶！哎哎哎，行了行了行了。哎呦呦呦呦！哎对。话少点吧，话少点吧。九年了，啊，九年了，九年了。哦，哎呀，怎么你要学捧哏是不是你？哎喂，啊，哎喂姐，啊我，哎喂姐，小时候，哎呦，胖，这玩意儿怪有跳跃性的。哎呦，他呀说我小的时候特别的胖。哎呦呀，啊对，哎喂，我，哎喂姐，小时候，哎呦呦，这胳膊胖，跟那房梁似的。啊对对对对，啊我，哎喂姐，小时候，哎这大腿胖。啊，跟那房柱似的。哎呦呦！对对对对。哎呦呦！啊我。哎呦呦！啊小时候。哎呦呦！这肩膀。嘣！啊，跟那桌子似的。哎呦呦！对对对。哎呦呦！啊我。哎呦呦！啊小时候。哎呦呦！这脑袋。哎呦呦！嗯。跟蒜似的啊。哎。我这么大身子，这么点小脑袋，八仙桌子上放一肉丸子。哎呦呦！哎呦呦！哦，你说眼睛。哎呦呦！脑袋呢？哎呦呦！不是，这才太小点了。哎呦呦！这大点。哎呦呦！这是脑袋，这是屁股啊。哎不姐，别画道了。行了行了，我告诉你啊，脑袋呀这么比划，哎竖着比，哎对，别画了行不行啊？哎不姐，哎就脑袋，哎啊这，我小时候，胖，对，小时候特别胖。哎不姐，嗯，哦哦哦哦哦，他那意思说我小的时候特别胖，现在看着呢比我小时候要瘦了。哎不姐，哎你不知道，哎不，我们这个说相声。东跑西颠给累瘦了。哎喂，嗯，哎不这我们这个拿小木头一拍，我们这个说相声东跑西颠累瘦了。哎不这啊对，就这对对对啊对，哦他要哦要表演一下，学学我们这个啊，对，上台啊，鞠躬，哇啊，这是那掌声啊！哎喂，哎不行，哎呀哈！哎不行，这哑巴还会互动呢，你瞧瞧。哎不行，嗯嗯，哎喂，嗯，对，一拍这个，说吧。哎不行，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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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去你的吧。哎哈，这哑巴还什么都知道啊。啊对对对对对，就说相声东跑西颠累瘦了。哎呀，哎对对对，哎呀，哎谁那谁？哎，你说谁？啊，我。哎哎哎！哦，你说这是我们家。哎，啊，我们家。哎呀！哦，留着两撇小黑胡。哎呀！嗯。日姐。大肚子。哎不去。啊。咯咯咯。哦，是揉俩铁球。哎不去。啊，对对对。哎不去。啊。哎不去。哦，你说这个。哎不去。哦，这是我爸爸。哎。哎哎哎哎！哎。嗯。哎谁？你还问这是谁啊？这是我爸爸。哎不姐，哎不姐。哦，你说我爸爸身体好不好？哎不姐，别瞎搭茬，我们家事儿你们不懂。哎不姐，哎姐，我爸爸死了。哎不姐，嗯。哦，你说我爸爸身体好，哎不行，怎么突然死了？哎不行，我们也没想到，我们也没想到，哎不行，就是得一暴病，哎不行，脑淤血死的，哎不行，哎对，枪毙呀，不是脑淤血，砰，又改这边了，他是脑子里边，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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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爸乱枪打死的，该还该，你行了，你爸爸大猪蹄子，行了你，行了可以了你。就别说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得病了，就得病了，找人看病，没治好，死了，啊不这，死了。
啊，死了。然后后来就都烧了吗？啊，不就啊，哎，对对，烧了，哎对，哎烧了，嗯嗯，对，嗯，烤串你行了，哎，行行，别吹灰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辣的不辣的？什么辣的不辣的？给我爸爸烤了是怎么着？你行了，行了，行了。闻闻香不香？你可以了，可以了。香不香？行了，行了，别行了。不是烧烤，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我爸爸是火化了，火化了，懂吗？哎，不对，火化，不是烧烤这个。这还道歉呢？这没事没事，没问题。哎，嗯，哎，那谁？你咋越说越清楚啊？哪谁呀？哎喂，啊啊啊，留一嘴儿。哎喂，啊，长头发留一嘴儿。哎喂，戴俩耳环。哎呦，啊，满脸褶子。哎喂，啊啊啊，行，啊，行这就站着走道。哎喂，老太太。哎不对不对，这是我妈。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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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嗯，我妈身体好着呢。我妈身体好。哎不对不对不对，哎好。哎，嗯，这没死比较遗憾呗。哎，嗯，哎，嗯，干嘛？哎，谁？我就怕他这表情啊！你又想起谁了？哎，不对，嗯，哎，嗯，哎呀，哦，你说这是平辈比我小的？哎，不对，啊啊啊！哎，长头发，哎，啊，长头发，哎，不对，嗯嗯，哎，嗯，哎，描眉吗？嗯，这是长眉老祖啊！这是，你行了，哈哈，这忒长了。哎哎哎哎，可以了，可以了，您回来了，就到这儿，没有那么长的。哎，就到这儿。哎，啊，他给绞了。哎，啊，描眉毛，红嘴唇。哎，好嘛，这多大的嘴呀，啊？这是。哎呀，瘦身条。哎呀，嗯嗯。哎，啊，高跟鞋。哎呀，嗯，哎哎哎哎，这就别学了，你可以了，可以了。你说这个啊，这是。啊，哎哎哎，你行了行了行了，就不用学那么仔细了啊。你说这个啊，这是我妹妹。哎哎喂，啊哎喂，那怎么着？哎哎喂，啊，这他不烧了。哎喂，有用？有，嗯，这玩意有什么用啊？这个，那好不容易给我们家留一口。哎喂，嗯，哎喂，嗯，哎喂，这不是二一。哦，你说我妹妹今年21？哎喂。你记错了，啊，不，我妹妹今年呀20。哎呀，我家20！你把你的残疾证撕了吧，啊，说的比我都利索啊！20啊，对，20。你21啊？你说你21，谁问你了？你21吧。21，行了，你就好好活着吧，好好活着。干嘛？干嘛？什么？哎呦去！我们家。我妹妹，不是把我妹妹从我们家给轰出去，啊，轰出去，啊，什么干嘛干嘛你，嗯，哎呀哎呀，哦，我是我妹妹，你还是你啊啊啊啊，行了行了，我知道了，你想跟我妹妹俩人去演电影去干嘛呀？干嘛？嗯，嗯，这个，哎，哦，这是你，哎，这个，哎，我妹妹，哎，啊，这哑巴臭流氓啊！我给我妹妹拿出来吧。哎，这个，哎，这是你是吧？这是你啊！啊！什么？死一块儿？去去去去，还死一块儿呢？行了，我明白，你想跟我妹妹俩人搞对象？哎，不去！我呸！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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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甭呸！不行！哎，不去！干嘛？哎，不去！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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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钱 ？Money！ 这还 Money？ 哎，哈，
有钱那是你的，我们不要。哎，不不，滴滴。哦，你有大汽车。哎，不是。啊，不稀罕。哎，不行，就好。干嘛？嗯。你有大高楼。Big house。嗯，还 big house。我告诉你，小哑巴，别看您有钱、有房、有汽车，我妹妹不嫁人，嫁得家会说话的。我会说话吗？别学了。首先，请您欣赏相声《余音袅袅》，表演者高玉凯、王善勇，掌声欢迎。哎，谢谢谢谢。感谢吧，感谢大伙的掌声，谢谢。哎，还有送来的礼物。哎，今天来了不少的好朋友。哎，后面的朋友能给我点掌声吗？后边真远啊。哎，谢谢谢谢谢谢，今天来的好朋友素质真高。那还用说吗？叫后面的鼓掌，投了一个拍的都没了。要多少是多呢？是开个玩笑。哎哎，今天是我贺伦哥的专场演出。对。哎，我们是这个第一个节目主演，我们叫开场啊。嗯，哎，我们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现在朋友还有陆续入场的啊。对对，刚来的吗？对，刚来的，让大家呢找好自己的座位。对，哎，踏实下来。嗯，哎，一会儿把你们的这个注意力呢都集中到舞台上，都得看这儿。哎，欣赏后面更精彩的节目。是，没错吧？是。哎，其实咱上来呢也别光说，嗯，跟大伙儿咱们做一个小游戏。啊，您的意思还要互动一下？哎，咱跟这个已经做好的朋友，咱们来一个小互动。好，好不好？投入咱们的演出当中。哎，对了，咱一会儿这样式的啊。哎，怎么来？我喊一，嗯，大伙儿喊二；我喊三，大伙儿喊四。哎，我问大伙儿谁有钱呢？谁有钱？您就喊我有钱呢，我有钱。喊的声音越大，嗯，2019年下半年发大财，好不好，朋友们？咱来回试试啊。慢慢行哈。一、三。谁有钱呢？谁有钱？谁有病啊？谁有病？你有病啊？就这么皮吗？你们？废话，不你喊的要玩的吗？哎，这就开一个玩笑。哎，为了让……这哪儿？这开场就退呀？啊？别去。退票，退票多累呀、啊！退票，你们还得去阿富汗，上干嘛那么远去？退票口在那儿吗？哦，是吧？嗯，哎，就是起到一个压盐的作用，是，哎，吸引一下大伙儿的注意力。对啊，简单做一个介绍吧，认识一下、啊。我是德云社的一个小学员，嗯、我叫高玉凯。哎呀，很谦虚，谢谢大伙儿。哎，介绍完我以后呢，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今天要表演的节目，哎，一个新作。哎，别别，说不说我？啊，说不说我？得介绍，得介绍。你要不说，别往我这划了一下。得介绍您，王善勇，王老师。您老师，人家相声说的特别的好，过奖了。真的，不光台上，嗯，人家台上做艺，台下做人，对，艺德特别的高。我呀，人好啊，真是好人啊。嗯，真的，我们这后台，嗯。贺伦哥对他特别的宠幸，嗯，您哪别人没这待遇啊？哎，别，我也没那待遇，我没有那么复杂的关系。谁哪儿就有？那儿有见证者。你给搭的线儿是怎么着啊？没有，你说这词儿不对，就是疼你爱你吗？宠爱，哎，特别的宠爱。哎，要不我们哥俩今儿怎么能来演出呢？哎，给人家对开场三生有幸。嗯，哎，人家就是相声说的也好，在后台人缘儿围得特别的好，人缘还行。真的可以这么说、嗯嗯、王善勇是我们后台最通人性的演员。对了，怎么我是狗是吗？通人性一定是狗吗？还什么呀？你也可以是鸭子啊。哎，这怎么说话呢？你看那抖音上有那小黄鸭，主人一叫，嗲嗲嗲嗲就过来了。人没有这么比喻的啊，人别这么比喻，没这么比喻。哎，对对，就
人缘特别的好，是，哎，所以后台人呢也都宠着，哎，其实不光后台的演员特别宠他，还有谁呢？人家里也宠着，家里宠，真的，大伙儿可能不知道，王善勇，嗯，他是一个富二代，我谈不上。真的，我什么富二代？家里特别的有钱啊！王善勇的父亲，嗯，在山西，嗯，有6个煤矿。哎呀，没有，小煤窑。什么小煤窑？小煤窑。那一年往家挣的钱大发去。不，就是有那么一点收入。王善勇啊，嗯，名副其实的，嗯，煤二代啊。这说完我成太监了吗？这不，您等会儿，哎，家里又特别的有钱。别。还不如那一开始是富二代了，啊，哎，这煤二代，就是说你有钱，哎，这话听着疼得慌啊，哎，富二代啊，人打小人家里宠啊，宠着，特别的疼他呀，是，打小不让他说相声，不让干，因为什么呢？干我们这行太苦了，吃功夫呀，哎，是不是？嗯，人打小人家在家里人什么待遇啊？什么待遇？要星星就给买月亮，要月亮就给买星星啊，我这愿望还实现得了吗？啊？要星星不给买月亮，这才叫宠呢。反正打小吧，没受过什么委屈。对，其实说实话，家里光有钱了，嗯，但是我们那小的时候吧，嗯，还真没有什么娱乐的项目。对，是不是？娱乐很匮乏，哎，太匮乏了。嗯，那我们最高兴的什么呀？嗯，就是每天我们放学了以后，嗯，到家呀，我们能看看那个动画片。对。天天看电视这会儿最高兴了，哎，这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是，嗯，我就特别喜欢看动画片。哦，你喜欢？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嗯，最爱看的一个叫那个哪个呀？下水道里的小王八。嗯，您这什么动画片啊？这是？就是有4个小王八呀。啊，哎，每人有一个不同颜色的眼罩。哦，还有哦，嗯。每人呢，有一个趁手的兵器。嗯，哎，这师傅是个老耗子，嗯，整天拿那拐棍来回抡。哇，行，哎，怎么不抡死你啊你？您说那叫忍者神龟，下回让你爸爸给你买那正版的盘看啊。这名儿都没记住好，哎，下水道小王八，你这忍者神龟。哎呦，行，不矫情了，那矫情，别矫情了。因为什么呢？我最爱看的是日本动画片。日本动画片也多着呢。哎，有一个经典的人物，嗯，哪个？有一个小和尚，叫一宿哥。哎，你说这我怎么没印象啊？这什么动画片？这个一宿哥吗？哪个呀？动画片演到一半的时候，啊，一宿哥出来了。嗯，哎，这您休息一下，哦，就是演一半，哎，等都演完了，嗯，一宿哥又出来了，嗯，就到这里吧。哎呦，感觉身体被掏空。你问问，我问问你吧，您看的这是日本动画片还是动作片呢？动画片吗？什么人物啊？咯叽的那个吗？动画片一休吧，那是。哎，反正就爱看这个，爱看动画。但是长大了以后就不爱看了。对，长大了该自己实践了，是吧？你脑里装的都什么呀？啊，你爱长大了不爱看，你看什么？不爱看这个类型的东西了。哦，那喜欢什么呢？我喜欢看一些这个选秀类的节目。选秀的叫什么？《中国好声音》啊，《好声音》啊。中国好歌曲呀，有啊，哎，现在最火的一个选秀类的节目，嗯，有那个吴亦凡，嗯，热狗，哦，有他们那个，哦，这个叫中国新说唱，哎，中国新快板，对，他是，我都告诉你了，新说唱，怎么还说错了我？那就是黑人数来宝，黑人还玩数来宝，啊，哎，对喽，两人往台上一站，谁也不服谁，要不然你过来呀，哎，我过来，我抽你，哎，你过来，你摸我呀，你试试，行了，我试试就。您好，太市井了。您那意思，这俩上台就抱着必死的决心呢？这是，啊，就这节目，哦，我特别的喜欢，喜欢这个，哎，我也跟人家学呀，我也唱，哦，你也练，我也唱，要要要，哎，要，哎，对，这什么病啊？这是。弄那么多药啊，怎么还唱出病来了呢？要什么啊？这找那个节奏感。哦，这玩意儿还得有节奏感。嘿，你瞧人家，嗯，
朗诵那个诗歌，对对对不对？对，我们要要这劲儿，哎，就要这个劲儿。我来了，你先别拦我啊！要要要要，说大黄蜂怎么这么黄？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死根儿。哎，吓我一跳！您这玩意儿那么突然吗？这个还一个。还有我特别喜欢啊，还有吗？我自个儿的原创，哦哦哦 ，freestyle， 即兴，哎，即兴，听那个，要要又来了，要要说这棵树啊怎么这么绿？我这个小段就两句，死根儿。行了，照你这么来，这一期节目得放多少歌儿？这个，哎，太快了吧？你甭管那个，其实我研究了，你这唱的好坏压根儿就没有关系。谁说的呀？你那唱好了才能行呢。想晋级吗？那就得唱好了啊。你得有一个悲惨的身世，知道吗？悲惨的身世，打动评委，打动观众，你就能晋级。是吗？你别不信。嗯，我天天跟家练。你练唱歌吗？练身世。哎，这身世有练的吗？你说。哎呦，炉火纯青啊！现在你知道吗？炉火纯青。哎，咱来一回啊。怎么了？咱这就不是北展剧场了。哦，不是剧场，不是剧场了。那咱这是咱改一个选秀类的舞台。哦，好啊，好吧，可以啊。在座的朋友呢，你也不是观众了，那我们是评委，我们来回导师是吗？哎，您是导师，嗯，您看我这个身世，嗯，能不能打动您，让我晋级？行啊，但咱试一回啊，咱试一回啊，我们也过过瘾。我先找感觉，非常痛苦，非常悲惨。导师，哎，你先等会儿，哎。哎，对，你要实不行，你就先死过去。我怎么还得死过去呢？我看你太难受，你死过去不就解脱了吗？找我感觉你得先让自己痛苦，大伙儿才能相信你这个故事是真的。啊，是挺痛苦的，那这大褂都皱了啊。嗯，太使劲了。为了演出没办法。嗯，可以啊。可以，再来一回啊。再来找一下。来了。大家好，我叫高玉凯，我的身世特别的悲惨，多惨呢！我爷爷7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没想到啊，对我也没想到啊，怎么了？你爷爷7岁就没了啊？你们这大家子哪儿来的？你们这家子莫非就是那下水道里小王八的？养起来的，你们一家的忍者神龟。废话，你说的是人话吗？你这我紧张了。你好好说行不行？紧张，再来，好好说啊！就头一回，哎，头一回，太紧张，太紧张。重来呗，大家好，我叫高玉凯。哎，说一遍了，我的身世特别的悲惨。嗯，我的爷爷，我这么惨，你乐什么呀？这可能有一部分是耻笑啊啊！我的爷爷在我7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哎，这对了，我父母离异，哎呦，没有办法，嗯，法院把我判给了我的妹妹。哎，啊，这怎么判的？这是，我的妹妹不容易。哎，对对，是不容易了，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喂大了。您吃的是不是脏了点啊？后来因为我太能吃了，哎呦，这么爱吃吗？没有办法啊，我妹妹把我传给了我的奶奶。嘿，这又往上传了。我的奶奶特别的疼爱我，嗯，她把她看病的积蓄全都拿出来供我上学。哎呦，自己只能练气功与病魔做斗争。那够呛能扛了多久啊？在一个皓月当空，嗯，风雨交加的晚上，这是一个天气吗？我的奶奶，嗯，突发心脏病，哎呦，把我给急的，是吧？我找遍了全城的大夫，嗯，终于找到了一个叫 Peter 的老中医。对，这 Peter 是老中医吗？嗯，叫彼得的老中医啊，他给翻译过来了，
把我奶奶的治好了。哎，好啊！从此以后，我的奶奶卧床不起。你看看，没有办法。我的奶奶又把我传给了我的舅舅。你别传了，再传你该出界了。这都，我的舅舅，是一个勤勤恳恳的农民。好啊，他每次都冒着大雨浇庄稼。对，你舅舅是个傻子吧？你想起我的舅舅，你甭想了，你听我的，你要没什么事，你现在出去吧，你出去门口那儿，你找门口那儿可能有只鹤，你骑着它奔西去，你别跟这儿待着了，好不好？怎么着把我给送走了是吧？你打刚才你站着身是，你有一句是人话吗？能不把你送走吗？这不就开个玩笑，没跟您闹啊，是吧？后来我研究了，这身世好坏也没多大关系，多新鲜的！你现在什么年代了？啊，拼的是颜值，哎，讲的是智商，得有能耐呀。咱要是想火，怎么办？怎么办？咱得学会融合。什么叫融合呀？就是传统的，融合现代。你这观点我不太同意。怎么不同意呀？传统现代。两个年代的东西没法往一块搁，你看你这个人，你不研究，是吧？咱今儿咱来一回，说学逗唱最好融合，唱好融合，咱就来这个。今儿你唱一个，你唱一个，我给你融合了。我跟您说，你知道我们这唱什么吗？唱什么呀？太平歌词、数来宝、开场小唱，这是唱。你随便来一个，我给你唱了，不就完了吗？我随便来一个，你就能给融合？当然了，当然了，裤衩着火，怎么都点着了？你这会儿，你知道吗？这什么俏皮话啊？就我你来一个，我随便唱一个，你随便来一个。那我唱一个开场的小唱行吗？发四喜儿，这可以吗？来呀！可能朋友们都听过啊，你唱，你听这发四喜儿啊。嗯。福字天来喜重重，福源山清江雨平，福如东海长流水，恨福来迟身穿大红袄，斗斗个起斗起斗强啊。对，发四喜儿，哎，唱得不错。哎，你甭夸我，您甭夸我，您是融合吗？能融合。哎，发四喜儿，词儿写的真好。哎，老先生都唱过，大伙儿也特别的爱听。都听过呀。但是我感觉现在的生活节奏特别的快。哎，大伙儿爱听什么呀？流行歌曲啊，快节奏的。哎，快节奏的。咱这儿，咱找一个高大上的组合。哎，来哪个？凤凰传奇。好好好，广场舞之王，很好。咱别诋毁人家，我并没有啊，人家也上过春晚，当然了，人家也开过个人演唱会，很火爆啊，对不对？您来哪个歌呢？最炫民族风。你最炫民族风，融合这个啊？对呀，那得了，那咱一块儿听，咱这最炫发字型。什么叫最炫发字？你不搁一块儿不就这么喊呗？你名儿你别融合呀。啊，行，我试试啊，我找一找。你跟你来，你融合一个，你来。福自天来是喜重重，福源山清江雨平，福如东海长流水，恨福来迟身穿大红。路自天来是，你有毛病，这里头唱着唱，没毛病、啊。不，第一段唱完了，哎，该到第二段了。不，您这个虚位差东西了，没差，福字我全唱了啊。不，一共四句，哪句也没落。你差东西，我这唱完还有斗斗齐斗强啊。这是灵魂啊！对，谁前面那四句饶的？我们过瘾，就是斗斗起斗起斗强，我真是过瘾的地儿。咱别赌气，这不是赌气，你不能融合，你没有这么这斗斗起斗强，伴奏你怎么融合？你能不能来？对不对？得斗斗起斗强多经典呢！啊，听你们的，我试一回啊，对不对？福自天来是喜重重，福源山清江雨平，福如东海长流水，恨福来迟身穿大红，斗斗斗斗斗斗气斗强。好家伙的，我都看你脚丫子都抓地了，这一下，好家伙的啊，真玩命！行，玩命！行，你唱上来了，对不对？这算融合上了。哎，不是跟你吹，
这是传统融合现代啊。您有什么还有觉得？还有觉得？嗯，现代融合传统啊，反着来也成。我独家的，我自创的呀。您这还独家还自创？哎，我一首流行歌曲，我能唱了所有唐诗，怎么意思啊？一首歌唱所有唐诗？当然了，当然了。行行，裤衩着火。行了，哎，对，别喝了，这就又着一回，多疼啊！行了，您太劲烧了。行行了，行了，这。就是，能唱是吧？能唱，能唱，能唱啊，能唱。您打算来哪歌？咱来那个《凤凰传奇》的。哈、哦，还是他们的好啊！自由飞翔，自由哦，这我听过，这个是成名曲。哎，我特别喜欢听这歌，是吗？哎，歌词写的就好啊。你在我的身上，你自由的飞翔。您哪儿来？来吧，等。你这是让谁娱乐呢？这。怎么还在你的身上？什么词儿？是词儿里有这句吗？词儿里啊，原词儿在你的心上。啊，哎，您太肤浅了。好好好，对对对，在你的心上，自由的飞翔，辽阔的边疆，你随我去远方。就这歌，就这歌，就这歌，我也喜欢。因为什么呢？这首歌是这个电视剧啊，《狄仁杰》的主题曲。多咱唱了呀，这最后一句呀，啊，随我去远方。你是没看过词儿吧？那去远方，哎，反正就这歌。嗯，我唱唐诗，那这歌能看谁肯定能唱，能唱。哎，啊，咱我给你找一个，来吧，你来一个。哎，你来一个这个《静夜思》。静夜思，哎，床啊，来啊，床前那，哎，对对对。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脚底下要伴舞啊！行行行，这个就是可能这是那当然了后遗症，这可能是啊。废话，你招你也疼。你这算蒙的，蒙的。怎么着？我们唱上来怎么还算蒙呢？换一个，来换一个，来，你来一个悯农。悯农，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再换一个，你来个咏鹅。鹅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您能吗？能。锄禾日当午，在你的心上。So easy， 这字数在这放着。我给他换一个，他就不见得行了。哎，嗯，我给你再换一个行不行？随便来。你来一个早发白帝城。不就这个吗？嗯，早似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对对对，啊，这多余买，这憋着退票来干嘛呢？你四句唱不完啊，觉着不够唱了是不是？哈，你不是有能耐吗？你不能融合吗？给我讲吧，你融合咱，哎，你不当然了吗？这到这儿怎么不行了？叫板啊，能不能来呀？叫板是吧？能不能听着来呀？这次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辽远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别唱了。